三城，一个东市，一个新社。虽然说我是台中人，是，但我非常少来啊。以前呢，有一个东市林场，台中原住民，嗯，我们闽南人客家朋友，是，大家都在这里有很努力的开垦。哦，所以这里的种出呢，非常好的水果、蔬菜，还有花，还有香菇。你是在喂他吗？对啊。他现在站在我的手上哦，你要不要来跟他和解一下？不用不用不用。从几代前的开垦到现在，都有留下很多祖先的这些智慧，所以今天我要带你去找一个山野达人。耶！抓到一只，抓一只，哇！小春，我不会放弃你，快抓住我的手。小春，挑战力真的太重了。辉哥，我们一起超越巅峰，然后我就来去出发吧。这个阿伯已经在这边的种植了四十多年。嗯，对。而且听说他是一个呢，乌龟背上有长毛，非常龟毛的人。哦，龟毛啊！所以你注意看到这个，把它套起来，往事啊，蒙起，嘿，往事只能回味嘛。时光一逝永不回。再看到，每一个呢，这个藤蔓呢，可以架得这么好。这边是他的葡萄园，哦，听说他的枇杷园是在里面，所以呢，他很注重细节。对对对对，阿伯，阿伯。来来来哦！天然工你的鱼皮跟别人无同款，进来拢是同款，但是口感食起来无同。哦，首先来介绍这个鱼皮，你看我这个鱼皮，哦，这顶头边会晓无？哦，这正叫鱼皮皮。哦，手工跟管理拢有关系啦。哎，啊，我们种的枇杷，我们是有去矮化。哦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，嗯，这边有绳子有没有？有。对对对对，哦，特别把它往地上拉一点点。哎，往这边拉。有。进你的这个植桩啊，比较好栽。比较好栽啊，可是我们管理比较好管理。哦，就比较高一点啊。哦，那看有没有红？哦，就从这边看，这边，嗯，所以你的袋子跟别人不一样，都会破洞，不一样，会有点破洞，它有透明，有透明袋子，哦，这边看了一下，哦，有红了，打开，把袋子打开，有专利的，专利哦，新型专利，有开天窗，对，里面剪刀石头布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因为已经全部都红了，黄了，好好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没有啊，我们要掏枪，不是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给你们试试看哈。试试看，你不要紧张。我不要剪啦，我每天在剪枇杷。那我们要剪一颗的还是剪一串？你看这一串有没有全部红一样的？有都有哈，要把它全部把它剪下来。上次有一个朋友吃枇杷吃到自己的手。哦，来，试一把。哦哟，很漂亮。你拍一张嘛，老板已经变成导演了。你干了呀？提起来。哦，系安尼，水果有力，顶边阁未跳尖，现在来找工厂，较大粒的，对不对？拢种较大粒啦，基准高啊。十个客人九个从地头拔掉了，从天剥是错误的。嗯，要这样，屁股这个屁股这样剥下来，比较快。刮一刮之后它比较好剥，漂亮了没有？嗯，有，有没有比你好剥一点？怎么样？现场的特别香。今麦不会你为了摘个地标。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枇杷的厉害就是那个枇杷膏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个。节目，好，哦，你有，你来讲台语无要紧，对，你做得对，对，对，好啦，哦，你来，咱等下，我跟你讲吼，哎，咱即马叫恁无方便跑，等下咱的接待处的所在，炒给恁食，这鱼皮果唔是遐尼简单的，我讲哦，叫功夫咧，麻我给你整的，拢家己处理，啊，当然咯，啊，无人那会再有帮助你呀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葡萄口味的葡萄，好厉害！我们这个没有在外面卖哦。这个是什么？甜桃。甜桃。我们的甜桃很有名哦，小时候的甜桃。桃子是熟了才下去做的，不叫香。葡萄还好吃呢，香皮有够高，果粒在里。果粒呢？哇，特别浓郁。这个我要跟我儿子讲一下。哎 ，Oscar， it's very delicious。Amber， 快点，隔着电视来尝一口。
哇，我们巡线呢，哦，这个香气很是慢慢的吸进来。哎，你好，新哥你好，这位师姐你好，我们先来尝尝看，蜜饯，蜜饯是不剥皮的枇杷，哎呦，不剥吃枇杷不吐枇杷皮，试试看。而且还有加姜哦，对，姜也是我公公自己种的。吃起来好不像枇杷哦。对，炒过的那种姜香的香气，口感非常好。如果没有说它是枇杷，真的会认不出来。对，这样就有人说像蜜地瓜啦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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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蜜地瓜，因为它是加了麦芽去熬煮4-5个小时，所以它会有那个 Q 度出来。公公都挑那个姜来吃，他说姜比枇杷更好吃。你试试看。你公公有很多女朋友吗？他这么有才华。我婆婆现在不在哦。其实我们的枇杷膏除了冲泡热水来喝之外啊，可以加在那个烤过的吐司也很不错哦，当蘸酱。上面这个是姜末，所以枇杷跟姜好像呢，香肠跟蒜头一样，对，他们是撑不离坨的，非常搭的。对，哇，很浓郁。要练这样子的一罐枇杷膏需要多少枇杷？哦，像你看啊，我那一锅大概50斤的枇杷，可能就只有这个3罐，这么少哦。还有自己做的梅子，梅子，对，还有黑糖跟麦芽，那我还加了秘密武器枇杷叶。枇杷叶，对，枇杷叶其实它是《本草纲目》里面是中药，那会把这个毛全部都刷掉、洗掉之后放下去一起熬煮，喝了可以润喉，这样热热的喝。哦呦，热热的喝，快快好。跟我一般喝枇杷膏或者煮冲出来的茶不太一样啊，对，那的会有一点类似像姜茶。哇啊！暴君，来来来来来，你 pitch， 喝完真的有比较上得去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怎么？你为什么下交流道？三次，不是要这样子吗？好，这个有很多事情不能勉强。虽然你把他的喉咙的沙哑治好了，对，但是那个 pitch 是到不了的。那这也是他的特色。那我们来动手做做看。好，待会就来煮一锅。手太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捏手到直接捏到你的皮。我也感觉奇怪，戴手套越戴手越痛。枇杷它是很珍贵的东西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产品？起源就是奶奶以前觉得这个丑丑的它不能卖，对，不能卖丢掉又可惜，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做成加工。现在就是去头，去尾，掐头去尾，切一半，切一半，去籽，去籽，籽我们可以泡酒。它那个皮不用去是？不用，所以是不剥皮的枇杷。不剥皮到皮了。削这个其实很麻烦哦，那2桶我是请那个地方妈妈来帮我削啊，早上7点就来削，就为了中午要可以拍。哇塞！而且我刚刚从一路走过来就有听到耳闻，他说你们家哈算是一个爱心良善的合作社，因为其实他们也很帮忙啊，我们做这种东西就是订单来我们就一定要赶到出来，像他们都给我挺到半夜，对，连小黑都来帮忙。在这边帮忙多久了？嫁过来了，嫁过来其实已经20年了。哇，有这么久哇！其实认识我老公的时候啊，他就会拿家里的枇杷水果给我吃。哎呦，我爸爸就说哦，不要常常拿，等一下哦。到时哦，阿伯哦，做不起，我跟你讲。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啊。那也好啊。结果就嫁给他了。哦，那你们是同学用枇杷骗来的？高中同学。对啊。其实这个枇杷切着还蛮上手的，会变得很蛮疗愈。对。但是我们这样的量呢，连一杯一罐都没有到。一罐。没错。我先吓吓大家，告诉大家，枇杷膏真的是有枇杷在做的，真的。那现在帮我加2砂糖下去。2砂糖。对。因为1、2、3，稍微搅拌一下，让下面不要焦掉。好。不能太用力，不然那个果皮破掉就不漂亮。哦，对对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像这个就破了嘛？你看，那个是我的问题吗？还是它本来就破了？人家翻出来的。它如果破掉会怎么样？比较是卖相没那么好。你说下面不要焦掉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中间，中间，好，哎呦，听到老板的声音了哦，
但是我下面有一点点有焦掉的感觉。我来试试看。我说我自己，我也留火。脚烧起来了。对。那这样要炒多久？还要再煮四五个小时才会变成这个快成熟的。所以我待会到下一个点，你就在这边好好的继续完成它。好好的照顾它。这个哦，插下去呢，坦白说，哎呦，有一点点重，需要练背力，可以吗？要，我晚上都要去按摩一下。我们要跟大家解惑一下，因为很多人都说婴儿油里面没有婴儿啊。对对对对。啊，枇杷膏里面有枇杷吗？当然有啊，那么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？一般我们以前喝到的那种枇杷膏是什么做的？十几年前厂商都会让我们新社这边买枇杷叶回去熬煮，然后再加一些川贝、薄荷比较润喉的中药，然后去把它提炼出来的。哦，那我们农家的就是真材实料，就是枇杷加姜。枇杷它算比较中性温和，然后加姜就是让喉咙比较舒缓。这边你都没有挖到挖起来，真的假的？这边你中间，你这两边有没有？对对，到最里面。来来，我进去。规个个呛落，哎呦！啊，大哥，你安尼规个呛落破去呢？没啦，没有。它是轻轻的，哎，对啊，那个大队友，哇，哦，翻起来之后就不用再搅动了。你现在外行啊，一点点激动的来。现在啊，再给它熬一下子。哎，你这么底下，开大火了，很暖暖。哦，翻过一遍，安尼看起来，安尼颜色安尼。这要现在就是要特别大的火。高文良，我这边已经开始进入另外一个状态了。这块可以把枇杷膏捞起来，枇杷膏差不多了，快沥出来了，然后把那个膏往里面走。对，把多余的那个蜜饯上。杨洋，这个吃起来真的蛮好吃的。威廉，人皮性温泉的，人皮就是很皮，对对，但是个性很温泉。膏还要再去煮一个小时。安尼你看到真材实料。非常感谢你，让我们认识整个枇杷的过程。哇，好山野哦！靠近青色那边有一个山野达人，在山里面，在野外，靠自己的这个技能抓到野生动物啊，七虾、鱼，甚至还有长条的蛇哦，非常厉害的，感觉可以好好跟他讨教讨教。而且呢，你可以传授你很多的功夫，让你在野外求生不求人，那太棒了！来，我们笑人呢，出发吧！出发啦！抓黑熊的男人是在哪里呢？而且在野地呢，他无所不能。不知道他是老三还是小三？不是，哦，不是，三哥。哎，三哥。哦，三哥，已经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从这边下来。哦，对，这边好，这边安全哈，安全，安全，从这边过。这边是三哥，你现在在干嘛？洗澡？哎，抓虾。这个就厉害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现地就拔草了。这个草是，这个是山中的叶子。对对，山中来带着兰花草。你要做蓑衣那个山中。哦，刷脏了就取这个叶子。嗯。这个叶子好，先把那个叶子两个叶子撕掉，嗯，剩下中间这个梗，细细的，只要梗就好了，一直到细细的一根，就可以套虾子，套虾子。他们说那个你抓台湾黑熊的经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在哪边啊？其实四年在古关，是他来敲门，他没有，他是来吃人家的鸡。哦，啊，你就要把他赶走吗？还是对，还是抓起来啊？抓起来，对，用设那个笼子，设陷阱，里面放苹果，放鸡，自己做陷阱这样。对，诱捕啊！他那只熊多大？两百多，两百，哇，那算大只的。最后还是在动物园呢。哦，是啊，在盐山，那时候不是墓葬，哦，是送到盐山去。那时候没有保育啊，如果像现在让你抓他，你就事情大条了，大鸡大条。他可以来抓你，你不能抓他。对。那大哥，你平常就是抓这个为生吗？不然你喜欢玩？你喜欢玩哦。对。那三哥的主业是什么？对，主业哦，捕风抓蛇啊，就是跟玩嘛，一样嘛，还是在野地啊，所以你完全也不怕蛇。对呀，是哦。有被蛇咬过吗？有啊，真的假的？有毒没毒的咬过。啊，毒了那怎么办？毒了赶快那个啊，送医院。草药，草药，草药。对，都自己都会准备吗？对啊。那三哥，等一下我们就在这边吗？没有，我们就往上走。我们踩过虾都跑到那个石头里，要躲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从这边过来，然后拉紧。它是要个活结，活结对。然后呢，套到才能慢慢缩回来。哎，用这样套哦。嘿，西虾很小哎，它会进来哦。你看技术，
有点匪夷所思哎，第一次看到人家说用西虾是用这样的方式。三哥，你小心哦。好，你们要小心啦。我还好。小心哦。可以。三哥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。你不会冷吗？不会啊，他身体是暖暖的。可是你怎么这么好啊？你今年几岁啊？65了。65怎么那么勇壮啊？虾子喜欢在那个青苔那个下面，等他找到的时候，我先教你怎么抓。这边有虾，那有没有蟹？也会有，所以有时候也会找蟹，就是。对。那我们不用用东西去引诱它，不用翻石头，它就出来了。哎，看到了。哎，有没有跑过来？跑过来，照照姐，照几下出来。哎，照姐。哎，这边。有啊，几只，哦，你目睭较来哦。是卡成五个高点，啊，就抓起安尼哦。对，这个圈圈其实跟我们在抓牛一样。我这个有点软。哎，他是不是吃点什么东西？耶！你几只啊？哇！厉害！耶！有耶！哦，有，用力，用力要快，跑掉，细的，直接要走，让他筋没动，还可以抓不到你，真的很好玩。算了，我用徒手比较快，靠近青色那边有一个山野达人，抓黑熊的男人，你可以传授你很多的功夫，让你在野外求生不求人。男人说懒暖黑啊豆团，他会往后面弹，那你刚好去弄他，他刚好弹起来，耶！你几岁啊？哇！我好像在重回那种时光隧道，回到8岁10岁左右。等一下我们再玩个鱼啊麻醉药嘛。我有听过电鱼的，电鱼那不是不用有点，我们用大自然的。是哦，三哥，你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植物让鱼可以莽叔叔的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叫羊吃草。那它怎么样制作成那个？那地方哈，堆的。哎，树枝就往下面流了。对。等一下会起泡，要把那个汁揉出来，跟上次我们在阿里山揉那个艾玉一样。这个全台湾的溪流都有吗？大部分都有啊。哦，啊人吃到会怎样吗？也不会啦，也不会哦。哎呀，这个，那你们喝喝看。为什么你比较先讲？我在看你的时候，你就讲我。而且鱼又不会死，保持鲜度，然后又不会乱跑。你那石头太小颗了。因为哦，大颗都重啊。我们小时候一个上面锤，下面就开始抓鱼。哦，就是有上中下游的概念。我们下游的摄影师已经开始晕了。还是三哥，我们倒一点威士忌下去比较快。那个没用，没有用。有些鱼已经都出来了。对啊，黑鱼要弄得出来。哦，现在这个鱼羊吃草已经开始要发生作用了。对，那个效果很快吗？它10分钟，立刻开机出来。鱼啊，立刻注意看哦，它石头缝，哇哇，哦，有看到出来啊，它会也收一边啊。来了，哦，哎呦，在旁边。哦，有，一条，哦。而且刚刚有看到他在串，伊那会照你抄来的，他无都伫边啊啦。啊，要直播要直播。有，会慢慢流往下流。那你拥有这么多的食材，你都怎么处理它？哎，我跟你讲，食材交在我手上就真的不错。你真正这里功夫哦，你把是确定啊，我再煮给你吃。哦，哎呦，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好不？你真正袂寒哟？袂啦，这鱼也袂甲放落啦，有啊啦，我食落啊。哦，好，他待会就醒了哈。系啊。
餐厅啊。哇，三餐厅你也算会享受哎，世外桃源的哈，就地取材。嗯，哦，哎呦，在鸭皮，这就是我战利品，葡萄棒，然后够金贵啦。这是鸭肝，安尼浸是安怎？这有五五毒之一啦，以毒攻毒。对哦，要不要尝试一下？来来，我喝一小口。这啉来啉来可可，我是别，这可可。咱的毒液啊，哈，这个酒一定变毒蛋白。那边有一个你的禁区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比较有 care 那种？是，怎么大概？我跟你讲哦，这鸡啊，这鸡啊是鸡哦，嘿。哎呦，哦，我他会回应哦，哦，哎，就是安尼叫你骗来啊，无在细只吃的。啊，大姐卡爱叫，是啊，不是啊，大姐拢爱叫。哦，系啊，啊，伊先放出来哦，哎，唔免放出来，唔免放出来，哎，啊，无代志嘛，就出去遛鸟。嘿，不是啊，带出去，啊，坐车。啊，姐姐，哎呀，叮当啊，会用的，啊，无你来用海，用手海。三哥，鸡看够了，我这个肚子饿了。超，这个西虾吃起来跟一般的虾子的感觉就不一样，它的盐酥的那个香气很厉害，好浓哦，吼，人家蘸的好物件，吃起来还蛮好吃的。对啊，真的非常好吃，因为它那个香气、那个蛋白质很足够。这是什么鸡？盐鸡、太监鸡，白斩的啊，那个是煮羊奶头。这里是油头啊，茶头啊，对啊，嗯，羊奶头啊，羊奶头，就是这个，嘿啊。来喝一点热汤，因为山里这个太阳下去之后，温度掉很快，温度夏天这边哈，不免冷气啊。哇，伊迄油头就分几年诶无？我这拢啊大长，拢超过二十年啊！哦，喝起来比较甘甜，拢超过二十年啊！并不是人参每颗都有用啊，它有时候有年份、有大小。真的，它在山里面是向阳面或是背阳面，哎，出来物件拢无咁快的。生的，伊个头我剁落去煮啊。哦。我这丛有大丛哦，超这超过拢啊十外年啊。哦，这不是一般的木头哦。不是，山顶人讲这哇，台湾的魏老岗。哦。来，我靠，我靠，那听落这大家精神拢好个，这不一定要去震惊啊。嗯。这你做的保养嘛，真好。对啊。太正鸡。太香。拢家己饲啊。我拢野，家己炸。哎，野安怎样？暗时树仔顶诶，拢爬较飞较悬。嗯，啊，拢啊暗时了，我日日头无走咧。哦，因为飞来飞去。对啊，厉害的鸡啊！嗯，晚上都睡在树上，才不会被攻击啊。对啊，伊们他怕蛇啦，啊，黄鼠狼啦，嗯，啊，石蟹猛啦。真的胡猛诶！哦，嘿，足厉害。喂，去。出门，嗯嗯，虽然肉质没话说，先把鸡皮吼，就甜啦，还滚素吼，我不爱加肠啊，加虾米，我是用伊个盐汁喎，鸡汤加淋落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我今日好食，这几样都来了定的。对呀，啊，你那遐熬啦。反正细汉，啊细汉都拢爱做啊，爱学啊。这野生莲啊，阮这边较济，我在煮个三杯，没有野生的也没有土味，肉质又软嫩。因为是安尼啊，我若生到我无啥熟的吼，我袂食。怕想起自己。那一般吼，这莲要煮。那种感觉，伊吼肉质安尼软软破破的，啊！你这完全拢袂呢，结实啦，这野生的，对啊，野生的啦，对啊，所以人客来就食拢食到野生的啦。大哥这么会料理，他平时又不就很忙？休息的时候拢爱走山顶啦，嗯，啊，都爱走溪啊啦。因为伊这
主张就是讲要食，把它食去鸭面。因为我这边吼，我都掠一寡民宿，啊都人来遮住啊，啊有时啊咧看看，啊想要食一寡溪山啊、山山啊咧，我会去掠一寡准备。哎，人客人来当应付啊咧。哦，啊，佮有民宿呢。啊，听山顶敢有大只罗马？有啊，我掠过四十几斤呢。哇哇，我偌大只？四十几斤唔多，只袂无一斤。系啊咧。错。系啊，伫白鹿遐。啊，我拢呛水啊，潜水，背氧气筒，背氧气筒下去，一个输赢。我昨落的时候，我想讲奇怪，我收过啊，你都伫溪啊看，我想讲电话飘倒落来，我总啊收过，哇，加侪几落啊，我啊伊就买啥，结果我哩吹到满。所以咧，真侪好朋友啦来个听吼，只要咧三个时间。哦，会当带大家哦，会当上山落海，对对对，去找找你的食材。嘿，我都即马人客来，伊就讲啊，有闲无，想要来去抓虾啊，啊抓鱼啊，我哎，我时间我就带去抓，啊你也回来，好，啊伊就料理，回来就家己煮。哦啊，有人要熬孙啊，即马来就切袂先做，做了啊就做梅仔酒。有食个有滴啊，个做滴啊。三个如果叉赛的时候怎么办？有时候没有办法。叉赛，你看看有没有水啊？啊，如果没有，你就可以找那个巫婆芋的叶子啊，还有那个啊竹子。竹子。竹子，你的石头。对不对？一敲，打扁撒开就刮就好了。不会受伤哦，不会。不会啊，巫婆芋不是有一点点毒？你要用叶子啊，它的梗才有毒啊。它的梗才有。哦。对啊。假如你在山中迷路的时候怎么办？能够生火就生火啦。你说可以在那边生火？钻木取火。一定要有火，吃的话哈，你的山上其实很多植物啊。进山里面的人要带什么样基本的东西？那个火柴你不会钻木取火，对，钱不用啊，你有钱花不到。然后刀子，刀子，刀子，盐巴，盐巴为什么有一定要？我跟你讲，盐巴哈最重要，流太多的话，你钱呐会脱水。对，你啊脱水的时候，你也揪筋啊。那如果你没有水的时候，没有那个钉条，知道吗？藤心吗？藤心砍断，你吸就有水。哦。乡下地方小孩子就会这样的，北宋北宋那种录雷梦，这次就要带你来录一下雷梦，而且你好像柠檬对于你的痛风跟身体的部分调节是很好的，我的痛风好像是全台湾人的痛风一样，对，大家都很关心，去到哪里都给偏方，所以今天来，就这个柠檬呢，就是一个让体内的酸碱中和。我们工作人员上次来给他看景的时候，是把人家全部的柠檬干全部扫片扫完，有那么夸张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酸民。说是骂我的就是你们。老板在家吗？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孙哥好，来来来，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？有，来，好，刚好，来来来，上次他们一扫是这样整片这样扫完的，哇，好像不一样哦，这种是整个切片的，对，这种又是里面的果肉，这是果肉是？对，这个是直接吃的，刚刚那边的是切就是泡茶用的。这个是放上去就好了吗？是放上去，放上去日晒，需要日晒的。是，好香哦，那柠檬香，这要晒多久？8到10天。那今天算是有点阴晒吗？今天是你，因为你有点带晒。哦，带晒。那你怎么样？什么样事情开始做这个柠檬的？那你本来就做什么？我们本来是做餐饮业的，这边的农民啊，香水柠檬比较过剩啊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是做这个香水柠檬，也做了好几年了。它是一个品种吗？对，它是一个品种。你没有看过吗？像你这长得很像香水柠檬，它长得比较像传统柠檬。我说像冬瓜。香水柠檬就是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香气，啊，它皮比较厚一点，比较适合做加工。我观察到你们为什么这下面有放这个水呢？防预防蚂蚁啊，或者是小虫。像那个老菜毒啊，下面都有这种
叫做那个 gay 塔的，就是中间放水，然后中间一个圆圆的，对，刚好那个脚放在那边。难怪佐佐有时候叫我就是站到一个水桶里面站一个小时，太甜了。对，那你们那个我们家的，对啊，比较酸的，比较酸的那个人来了，来来拍张结婚照来，来来亲一个亲一个，来来来来来拥抱一下。20年没亲了，比较不好意思。家都做酸的，家都做酸的东西。什么样的状况已经可以吃了？这样可以，已经接近快可以吃了。那我这边拿起来吃。你试一下。不会太酸吗？不会不会不会。它加冰糖而已。嗯。你吃刚刚吃那片比较厚，会比较有嚼劲，而且香气好浓哦，对，好强烈哦。口水都上来了，光看到我就满口的口水了。那个酸甜就是那个柠檬的那种清香，一直跑上来。果肉是很厚实的，冰糖的甜沁到里面去，嗯，然后做了一个很好的 mix。你咬下去的时候就这样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到后面还有微微一点带苦的那一种，一点点那种，我觉得柠檬天然的天然的苦味。那我觉得那个苦是好棒好棒。我们是全国使用，皮汁都是一起浓缩在里面。这个我包了。哦，好好吃哦！真的好吃，有点受不了。这我包，还有切盘，又被啊，交给你了，小妹。苏正，那这个是泡茶的吗？对，你最适合这个了。哎，好薄哦，怎么那么薄？因为我们是日晒啊，如果切太厚，会还没有干，它就失败了。真的透光哎！这个应该不是单纯就是削一削或冰糖这样子就完成了吧？你中间应该有一些过程吧？它需要腌制。客家妇女其实就是像我妈妈、阿妈那一辈，其实都很会做腌制类的东西。其实这个做很多年了，然后一直不断的进步。那前面之前是有什么心酸吗？有哦，好酸啊！说的眼泪都要出来了，眼泪都要飙出来。是啊，你看他表情就知道什么酸了。怎么样？熬了多久？这不是酸，是偏苦，偏苦。我们今天也要来体验一下这过程的酸跟苦。你们要先采柠檬哦。高高的树上，柠檬树没有很高啦。姐姐有。有接下去哦，这一出果实没了呀，这一颗熟了吗？熟了，熟了。只要黄了就差不多。小心有刺哦。这个也可以吗？对。哎呦！蚂蚁，对，看到蚂蚁跟看到鸡一样啊。没有鸡，鸡是这样。所以黑的蚂蚁没有关系。蚂蚁没关系，因为我没有撒药哦，我是有机栽培。这种香水柠檬，它的有什么特质啊？它本身的精油把它破坏表层哦，它比所有柠檬的精油，它比较浓郁，香气比较足，香气比较足，对，特别厉害，特别厉害，一年大概几收这个？它是一年四季都会长，当它结果的时候，现在又开花了，常年生。所以，但它直接吃，没有那么好吃吗？你可以试试看。有什么方法会比较好处理？我觉得比较滑，拿刀切开，拿刀切。不要，可以直接咬吧？可以。还是我去拿一只刀子给你切？不要，不要。你是在寻找你恋爱的滋味是不是？好酸哦。而且不是酸而已，好苦哦，苦嘛，对不对？苦酸嘛。如果马上就能吃的，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工序，把它变成更甜？你好像有点聪明哎，你果然好有智慧啊！等一下越来越苦了，算，不建议大家这样吃。biu 就很有感觉哈，在循环。哎，好可爱哦，小朋友。那只王，你要进去玩哦？你要进去玩吗？不要，人家这个人家要吃的啦，走，来，哎，这边，大哥，你当初做的时候，你试了多少遍呢？次数蛮多的哦，次数有没有失败到曾经想要放弃？没有，失败的时候倒霉是我老婆脸气不好看啊。这算是同一个协会，对，同一个协会。我现在比较会察言观色了。哦，是哦，以前比较白目，对，有想要挑战吗？现在没有胆子可以挑战，不要再问了，好不好？好好过日子。我行，有看到人生不能只有黑白，对，一定要有彩色的。我说真的要出门了，就要看一下天气，进门看一下。
脸色，差不多了，对。然后我们就拿这些去做看看，这个要有点功夫啊，而且他们要切那么薄，对，不容易啊。为什么要切那么薄？薄比较好晒，而且它泡的时候它出水率有没有会比较快？嗯。坚持日晒这个方式是最好的。对，没错，因为你如果用烘干的话，它会比较干、比较硬，而且又苦。它除了是苦，它经过阳光会转化，把那苦味降到最低。哦，是哦。起来的话，它不会变黑。那我们现在翻动它是，让它曝晒比较均匀，每天翻一次，太阳越大越好，时间就可以缩短，是吗？对，没错，看天吃饭。生活看老婆。非常看呢。对啊，前场你也太透彻了。不是啊，今天你来比较大胆。平常更小声，就对。平常无声。前阵子我们到阿里山那边有一个自己的学弟啊。赚钱哦，都汇给你，对不对？连房地险都要转给你，什么都是你的，剩下500块。啊，他那边有那个摔咖啡跟骂老婆，就是发泄的。啊，你平常怎么发泄的？没有，我平常都被发泄。广大的女性的朋友呢，她说：“哎，我的老公怎么回到家都不讲话，为什么？”因为他讲的话会很容易惹事，所以与其这样，就倒不如不讲。心属属性啊，但是呢，我在这边也要奉献全天下漂亮的、高贵的姐姐们、妹妹们，出去呢做个球给老公去杀。对啊，哎，老公，这里20000块，今天晚上是不是有朋友来？哦，我的朋友哦，是把他所有的口袋全部都刹车踩满。我老婆很明理的，我做的比较多，她都不会跟我计较。哦，不跟你计较。他老婆来了。哎呦，我们到底在怕什么？对对对，那个教官是他们家学校的教官，又不是我们学校的。因为刚刚老板一看到老婆来的时候，他的双脚开始并拢了，有点并拢。突然间要尊重一下，板娘来回来了，认真做。有，晚上才有饭吃喽。他的连吃饭都配不上。天气如果说，只要没有温度太阳的话，就可以收了。刚刚你老婆来的时候，你讲话那个开始用较钝的啊呢。男人嘛，对女人就是要敬重。结婚多久了？30年了。这种往事不要去想了，是不是忘记了？不是，今天过就好，昨天就不要去想了。我这几天对她很好，不然她就说要在你们面前。竟然用这两个字，觉得你老公的优点在哪里？很多啊，其实我以前做比较少啦，但是他因为工作越来越多，他就一起回来做。他以前是做木工，他回来就是很好，就是我不想要做的工作全部都是给他做。我也是做木工，就回到家我就是装一个木头人的感觉。林峰呢，也教会我们的夫妻的相处之道。说要面向阳光，说呢要呢啊盖下去，没事要翻来翻去，对，要翻滚一下，翻滚吧，夫妻。你们这个怎么切柠檬？就是越切越薄越好。这个蛮可爱的，好勾子呀。头尾要去掉，这个不漂亮的就不要。这样，切越薄越好。是，再薄一点，再薄一点，再薄一点。但是我看你切的也不是很薄啊。啊，那是我老公切的啦，切坏了都说他切的。小叔，你好像不太切哦。我现在完全能感受她老公的压力，她在旁边，我在旁边，好像有一堵墙，对对对，像那个海啸这样扑来，有没有？可以啊。那这个越来越小怎么办？就不用勉强自己，就不用勉强自己，不会勉强自己嘛，你也勉强老公而已。对，我也会勉强。那这个也可以就当果肉用。等一下可以切成就是柠檬干用的，切柠檬干的话就是可以这样子进去。嗯，对，我们用机器会比较薄一点，而且它厚薄度会一样。哦，喝醉的机器开始吐了。好来，柠檬吐。所有的朋友来都可以来试一下吗？这个比例的话，大概只有我知道，老一辈的长辈，他其实都教我们很多事情。今天会做成这个柠檬干，是很多人成就的，不能告诉老公。对，商业机密，对，连老公都不知道。对啊，那你们比可口可乐的开发还要严谨。等一下，告诉小三怎么办？告诉小三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学长，你的路还很长呢。
冰糖就把它倒下去，等下拌一拌。好，拌的留给你，虾饺货最后。对对对，虾饺货，嗯，看你要怎么搅就怎么搅。是是是。那他哎呀，马上就出水了。对，听到了这个老板娘的笑声就知道。你回来这边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做这个行业，老公就一起回来做了。因为在一起就会有相同的目标跟话题，不想做的就全部就丢给他。哦，有他帮助，就你笑得越来越开心，对，他好像就脸就越来越。他现在还不知道了，他现在不知道，这还是菜鸟，他还是菜鸟，菜鸟就是什么都要做。就是跟老板娘那个纯养的脸庞啊，是充满了阳光嘛。我觉得他站在哪里，哪里就发亮。太亮太亮了！学长跟这个老婆这样子的相处，老婆其实都是蛮开心的，是由内心中传递出来的一种的能量。嗯，好喝，舌面生津，舌底涌泉。你家里也许有很多酸酸的故事，但是里面是有甜甜的滋味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东市是最厉害的是什么？出了什么特产？东市林场。如果讲到这个林，它是一个呢菱形的东西，其他县市都看不到这种东西。我让你吃出真正的属于东市的金木水火土。麻烦先来一个干的，一个汤的。我们有皮蛋面，皮蛋面可以，要。哦，你哦，看到没有？五行是这个五行吗？哦，但是呢，总共有几色？一色、两色、三色、四色、五色、六色，嗯，还有一个白的颜色。哇哦，这个像小菜。那个帅哥，帅哥老板，豆干，东市的名产。哦，好好吃哦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而且他加了一蒜泥，以及他那个香油的香气，真的跟那个好搭，好好吃。那你会先吃哪一颗？我就知道你最近的状况怎么样。想先吃点粉红色。想吃粉红色。嗯，粉红色跟绿色。嗯，这个在呢我们的所有的七轮里面，它代表是心轮的颜色。啊，最近的内心起伏很大哦。哎呦，比较偏向喜悦的嘛。很喜悦。喜悦的哦，超级喜悦，看起来就往好事的方向出发。哎呦，耶！恭喜你，希望你美梦成真哦。好好好。我们吃吃那个粉红色怎么味道？好。哇，嗯。比我一般吃的水晶饺再更 Q 的感觉。对啊，哎，它捏得好漂亮哦。嗯，这是洛神吗？还是樱花？你会选哪一种？我会选的是金黄色，肚子这边，嗯，万物万事万物。嗯嗯，非常扎实。嗯，来，皮蛋面来。皮蛋面美妙是，它本来皮蛋就是有点类似像奶油那种，有点带着胶质那种香味，它的那个蛋液在面的那种感觉上，就真的好舒服。哎，老板娘，可以跟我们聊天一下。啊。请坐，谢谢。几种口味，我们刚刚有讲对嘛？就是比如说洛神还是樱花。红色是红龙果，蓝色是蝶豆花，绿的今天做的是菠菜。哦，它有不一样的菜可以入。对对，地瓜叶还是芹菜叶都可以。那黑的该不会就芝麻？芝麻，对，哎，猜对了。一个白的，该不会就是纯粹的太白粉？就原味。不用再加这里了，不用再加别的。那黄的地瓜吗？今天做的是红萝卜，它加热之后就会变黄。为什么要把豆干切这么薄？东势就是都切这么薄，哎，会比较入味。是不是客家的朋友们也比较细心，比较搞纲？对，你看那个油葱的制作，自己做，这个大家都家家户户都自己做，或者有自己的秘方。但其实做油葱程序也是很繁琐的。对对对对，那个也不好炸，太大火它就焦了。
那这些东西是你自己慢慢去研发吗？还是对，在制作的时候就稍微加看看，这个都是手工做的。听说呢，有段时间你一个人要扛起这个店的所有的这个生计。因为我老公生病，突然生病，急性的胰脏炎。客家女生就很硬颈，嗯，硬颈的，嘿，硬颈还精气。一开始就是没什么客人啊，所以才会研发这个。就你们家的颜色最多？东势只有我们在做彩色的，做多一点颜色吸引客人，让人家注意到你。很多人都看到会来拍照。对对对对。有失败很多次吗？有啊，刚开始做皮都是失败的，那能捏不起来。给那些浪费会自己再煮来吃吗？没有，太多了，吃不完。时间熬了多久？大概半年吧。老公的这个身体也开始慢慢对，慢慢好转。那你会按你心情来出不同颜色吗？没有，每天做一个颜色。这个三角圆，这个制作会很难吗？看别人用不会难啊，自己做就知道难不难。好像呢，小朋友在做粘土。对，而且好漂亮哦。对啊。好，我先来示范一个。先要压它一下。稍微压比较平比较好包。好，这样子。嗯。捏进来，对，中间捏起来，然后先捏一个边，然后捏，哦，像折进来的感觉，对，就三角形，就这样。这是前腿肉还是后腿肉？夹心肉。夹心肉是最厉害的，因为口感比较好一点。东势人都会捏三角圆。很多人都会捏啊。哎，有像。有枪有枪有枪，做 demo 做 demo。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哦。对，煮下就会开掉。会开掉吗？会开，太薄了。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旁边有用到肉。哎，妈妈，哎，我这是一种车子，有没有？是宾士的，是要浓鲜合度大小适中了，这样有漂亮了吗？哦，有有了哈，哦，有比较厉害的，有，哎，有漂亮了，有漂亮了，哎，上手了，上手了。这客人来，你不要只盯着他的钱，要看着他的脸，嗯，哎呦。今天看起来喜气洋洋哦，就多给你吃点什么。没错，过年的时候红包都吃下肚了，招财进宝，是是是，而且多点金黄色的，可以拜拜哦，黄金满堂，恭喜恭喜，你穿得好就好多年了。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，是就是一趴两趴都可以，对对对，我们会把账户交给你，对对，寄回来，啊，你有多赚钱再汇给我，对啊，顾问费，谢谢谢谢。下一个点，我们要去一个呢非常女生的地方。哎呦，女生都喜欢的地方。这个是不是小顺？你们童子军现在开始讲鬼故事，晚上是不是都有这个环节？是有一个星夜追踪，将在森林里面呢遇见了谁？对。你好，子豪。你好。带我们走这段路是有什么惊喜吗？我们晚上的话都会带着房客出来来夜访园区，是，然后会再等一下偷偷藏了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期待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夜访。那你们一开始员工自己在走的时候会不会害怕？刚来的时候会，因为毕竟晚上的森林，然后又那么一片黑，完全没有什么灯，对，然后很多的那种电影情节都会是在这种场景里面。哎，那要大概还要走多久？我们已经到了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刚刚一闪而过，那边小镇那边是有人坐的。哦，有，确定。因为太黑，我惊一跳。好，那我们走上来这一个台阶平台这边，那接下来就跟着子豪一起，我们把手上的灯光关掉哦。不行不行，人家师傅跟我说，我不能关掉自己的十八赖。把你的十八赖关了。好，关灯之后，我们就把眼睛闭上。我们先听一下大自然里的声音，很多的声音是我们白天听不到的哦。这两声是猫头鹰的叫声。哦，那是猫头鹰。对，这样。对对对对，顺哥很厉害。哦，这是叫嚣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是叫嚣，还小小只的。那我们可以来深呼吸一下。
晚上的空气凉凉的，把我们这个空气吸到我们的体内，会反而觉得很舒服。好甜美啊！接下来我会倒数三二一，听到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张开眼睛，接受这一份礼物的祝福。三二一，祝福各位。哇！哇！哇！不会吧？这是在森林里面呢。然后生命里面点的光明灯，我们一起来搭乘夜间的旋转木马，来这边请。哎，而且它还有老虎哎。好，哎呀，哦哦，上课铃声响了。哦，哎，真的呢。哎，好有 feel 哦。居然在森林里面做旋转木马，应该也到奇幻的感觉。爱丽丝梦游仙境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在这个仙境里面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！其实我们帮了很多组客人晚上在这边求婚，哦，求婚有这个浪漫的气氛，太适合了，对，而且很容易蒙骗这些，都不是，什么叫蒙骗？就很容易心动啊。在最暗的地方，你最亮。月亮，对，你最亮。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感觉，让所有来这边的朋友，大家也找到自己的一个希望光明的方向。好像呢，花仙子跟很多精灵们，大家呢为我们准备了，哇，琳琅满目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一定背后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魔术师，真的。干杯！来这里，现在为您淋上森林里面特别的薰衣草水。哦，有闻到那个香味吗？哇，满满的。嗯，香啊！你知道吗？所有的这些哦。这个草里面薰衣草的油脂啊，嗯，它是可以入菜。其实我们强调这是食材本身最原本的味道，所以我们用很简单的料理，森林里面最多就是这些香草的元素。里面有茭白笋、节瓜，然后红肉的地瓜，还有在新社这边的一个特别就是杏鲍菇。你们可以再沾上这个香料盐，可以更提出它那个里面本身的甜味。节瓜哇，那个薰衣草太浓密了。那刚刚它在好像有喷水啊，那个节瓜露水一样的水分，甜滋滋的，完全锁住，赤裸裸的将它所有的美味简单的暴力呈现。煎猪肉和 cheese 的搭配，所以那个是蛮特别的。搭配我们有准备两个 sauce 哈 ，balsamic 芥末子酱，一个是偏酸，一个是偏甜。哇，其实这样吃起来很忙。外皮的酥松脆，代表一种交朋友的干脆。但是里面呢，它整个饭团的那种粘稠香气，就好像交了这个朋友。我必须呢掏心挖肺的告诉你，我是真心诚意要跟你交往。哇，太厉害了！焗海鲜搭配面包一起食用，因为它里面有香蒜白酱。那我们面包的话是用那个天然酵母面包，它的那个酵母是自己养的，所以吃起来外酥内软。那里有颗。平常可能呢看起来完全不起眼的番茄，阿辉师啊，你是怎么让它变成看起来这样好想吃它，但是又觉得它是一件艺术品，又舍不得切？用薰衣草去做成的蜜汁去蜜这个番茄，然后大概腌制最少要3到4天，它的味道才会进去。当然腌的越久会越好吃，它的皮会变 Q 的，表皮的，它有点像水蜜桃，要微微带酸甜。到中间的那个水分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那个薰衣草的凉感。就像精油，然后沐浴那种清香，哇，那个番茄太厉害了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一碗看似清汤，阿辉是端进来的时候，对着他那种虔诚的感觉，肯定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炖煮而已。他的酱笋是我们董事长的妈妈自己去腌的，有点类似像奉茶那个概念，就是把比较好的东西，那属于我们专有的东西，分享给一些喜欢的朋友。寒夜客来茶当酒，太棒了。
最多肉的，它是那个五星素蒜头洋葱，它一个很浓的香就来自那个迷迭香，因为那个已经是老张了。我大概来森林大概第二年的时候，我们园艺大哥就把那个园区里面那个迷迭香挖掉了，那我觉得很可惜，我就问那个园艺大哥说，我可以带回去栽种吗？他说没关系，那快死了也种不活了。没想到一种到现在，然后把它摘回来，想要设定到另外一个伴手礼上面，希望它回到它的初衷，因为它的初衷就是在森林里面。我觉得我要跟阿辉挖掉一下。对，那你困在这个山里面多久？什么叫困在？不是，在这个山里面这样子住17年。但是你这个功夫，是从何而来？就是自己要去研究，然后自己要去发现。那你本身是在地人吗？对，我是在地人。很多人都是返乡之后，对，他把他心里面的那一盏灯打开了。现在返乡的年轻人让台湾处处亮了起来。对，所以呢，你每次给大家的来这里的人都可以满满的心思回家。哎，真的要站起来。对，恭喜你在这个森林当中敲出这支全垒打。对，真的，谢谢谢谢，台湾加油。哇，糟糟糟糟！昨天晚上睡在这里，就是觉得好像回外婆家一样。你只要早上出来看到这个早餐篮子，然后可以拿这个去寻找到一个你最喜欢住下来的地方，好好享受这个早餐。听说他们这边最美丽的主人要跟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个地方，一起坐下来。好，我们想去找威哥。小哥很早，你不是早早就坐在这里了？昨天住的感觉好舒服哦，真的是。哎，为什么只有你有？这里面有咖啡吗？有准备哦，自己有去端来。哦，你是这样，但不用急，因为主人已经在旁边。哎呦！早，我是婷飞。哦，这整个环境是你的概念吗？发想？当初其实是希望在山上有一个咖啡馆，进来之后呢，就希望这里应该要提供住宿，因为住在山上是很棒的事情。对，你看你们昨天独享整个森林的夜晚，早上这么清晨又是被鸟叫声叫醒，这是最幸福的事。现在走进来的是我们的香草园，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手去摸它，然后闻闻自己的手。香草很喜欢被摸，有香味，对不对？像这里的香草都是提供给我们在料理上面啊，或者是在香草茶或者是蛋糕甜点上面都会运用得到。这个是水果鼠尾草，一样摸它的叶子，然后这样闻，嗯，哎，我们刚从那边到，哎，喝了好几杯果汁，很有层次的，我真的好喜欢哦，不停的在变化。这里就是营造普罗旺斯的马靴的那一种刺激感，然后有的时候活动呢，就会把大家群聚在这边进行。那这些树木大部分都是原本在这里的吗？原生的吗？有一些是我们来这里之前，那个我姨丈他就在这边种了20几年的树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年轮邮局，那我们想要提供的是明信片这件事情，因为现在的人都打字打电脑，很少有书写的机会。我们希望可以借由书写，然后让自己慢下来，把感情传递出去。比如说，我希望投给1年后。最晚是5年后的自己，或者是有的信我投不出去，也许是遗憾，或者是一些思念。要找到一块吃早餐的地方也是不太容易的。对，而且其实走着走着就肚子就越来越饿，然后但是同时间你还是被滋养了一下。
界。你看这样的画面，就很像是普罗旺斯里面的农夫的感觉，在修剪薰衣草，很幸福的工作。他们是不是临时演员啊？他们是真的演员，真的真的。好，哎呦，他啊，哦，摘了一束，谢谢谢谢。送给你哇，太棒了太棒了，好美哦！谢谢谢谢谢谢大哥。你没有看到上面有很高的树，那就是我们要吃早餐的地方。哇哇，婷妃，我们旁边这边坐着可以了。我想要让你们看仔细那个整个薰衣草田的样子。好。我们现在就要带你们穿梭薰衣草田，然后你们就会被薰衣草的香味包围着。哇！因为台湾太热，所以盛开反而在冬天。嗯。哦，那个是那个合欢。我今天带我老婆来住一天。嗯。下次不要因公来，你就会更自在。你看，要你们走这么高，就是要让你们看见这一大片的薰衣草田。哇，幸福的视角。嗯。也许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普罗旺斯或北海道，可是我可以在薰衣草森林。得到我去看薰衣草的满足感。从昨天的美食，然后到今天早上的美景、清香的气味，这几种感觉能够夹杂在一起，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还有另外准备两个东西，就是来薰衣草森林很重要的仪式。我们这里有两个会嘛，等一下你们可以在这边写上你们的心愿，写完之后呢，到上面敲钟许愿，然后把许愿卡绑在许愿书的旁边。高手吗？啊，有啊，当然。哦，其实热血的青春嘛。其实呢，灌这个事是对很多年轻人呢，他是充满了期待。带你来吃一个的灌蛋饼。灌蛋饼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哥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们要到里面去看看吗？好，可以可以，欢迎欢迎，进来看。现在就要做这个灌蛋，看一下，先做面团，好，因为面团程序比较繁杂，可能要保留点点空间。好，好，等一下要摔面，摔面要出，还出卡丘哎，这是真功夫啊！哎呦，哦，你看他手上拿那根不太一样哦，哎，而且要敲出声音来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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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好熟练哦，这个是三番两回啊，噼里啪啪。祖哥，那你会这一身功夫是谁传给你？我父亲是教我的。我父亲从小在大陆安徽，有没有？是。他那边，他早期我爷爷辈他是卖布庄的，他隔壁是做烧饼的。嗯。我父亲小时候就好玩，到隔壁做烧饼店跟他同学一起玩，玩一玩了，隔壁就是老板看我父亲有没有，可能帮上忙就教，教父亲整整教了差不多两三年以后，我父亲从里面再慢慢的去。抓那个翘，抹的那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是特别的酱料，秘方的，而且它那甩下去，它巴掌那才巴掌那才厉害，而且它的那个筷子就会去敲一下，就是一种惯性的一种，哎，哦，不乖不乖打它，光是看这个力道就吃灰敲下了。擀面棍跟我们一般的不太一样，不一样。九二一地震过后，我回来接我父亲的工作的时候呢，他的擀棍。类似像这个样子，可是我经营二十多年，我父亲动不动喜欢打麻将，喜欢敲敲打打，还有他喜欢唱国剧，对，他的金鼓、二胡啦、南胡啦，他都很厉害，所以就边做边敲边唱。对，有时候无聊就边敲边打边唱。你没有传承两套，没有，这一代有断层。哎呦，哦，正月隔离，
七夕迎春，今年男女都结了婚，哇，生了个小侄儿呀，多了一口人，哎呀哎，哎，领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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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噔咚咚跳，妹妹的坐船头，哥哥的岸上走，哎，恩恩爱爱，奋战兵到永久，哎哎哎。这个我大概大家都需要翻译，所以就这样敲敲敲敲出一个历史痕迹来了。对，所以说这根杆棍是我们祖传的，从我父亲背到现在。哇！他已经敲了用这根杆棍，我父亲他说他用了30年，他自己用了10年，然后我这样的20年了，这种岁月的痕迹。哎，所以它是一个宝。这块木头已经敲了多久？这块木头是我父亲的同乡退伍以后在本地的，那时候开发中横公路，拜托他同乡从大雪山弄这块木头扛下来的。哎，我们看到那边有个茶壶，看起来也很有历史。我从第一天营业开始陪着我，靠它我才能养家糊口。啊，万一弄坏了怎么办？就要自己想办法定做，但很难做，很难买得到。内孔要大，它滤嘴要短，要短要粗一公分。虎哥现在算是第二代，对，小孩有出来。小孩子目前因为我是女儿啦，刚出社会，我说在本地看到小孩子，我看一次打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父亲那时候我当兵退伍的时候，我父亲跟我说，那你退伍之后回来接我的生意。是。我告诉我父亲一件事情，让我出去社会摔倒，要学社会经验，进厂退厂，因为我们跟年轻人不懂事，就要出去磨练。对对对。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像我们到中年龄的，就是一句话，倦鸟归巢。哎，时间到就再回来。但你的制程时间呢，差不多在15分钟到20分钟。我父亲那早期来的时候，他是做双锅，二合一，上面煎，因为这是类似有点像北方，大陆北方说炕。那个时代在进步了，那个是这样子。第一次看到了煎饼锅呢，是有滑轮的，是，对，变成轨道，就跟火车一样，而且直接手这样子，你这样才能够精确的感觉到它这个触感，类似像牛排，2分钟、3分钟就要入蛋。那我可以看看你的手掌，已经很粗了，手掌已经变成。哇塞！哎，哇！这铁砂掌就这样练出来的，哎，以前的那个老师傅是炒砂，他是炒铁对对对对。先要转蛋哦，现在呢这个两队呢在中场队要跳球了，现在呢运球，越过中场，现在怎么中间挖一个蛋，挖一个洞，准备要灌篮了，要灌进去了吗？这一个转身切身，哦，灌篮得分，哦，是这样哦。哇，很费功，那么精准，哇！现在对方的球员全部投出来，等一下，对方篮板会掉出来吗？是的，会不会疼到樱木花道的手中呢？是最紧张的最后30秒钟，究竟会怎么样发生？哎，来，哦，要灌下去了，哎，就投完了，哎。开锅，好，开锅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时间上没办法等。我要掌握你，来，掉下去了。哎，你倒进去，有点放在炕上的那种像烙饼的。另外一个制程，因为它这个下锅，它是下锅烘的部分哈，最主要的目的有没有？因为我们煎锅饼有油分，现在人对高油那东西认同感不好，哎，所以把下面把油逼出来，对对，把油才会留一分油。你说完全没有油不能吃，对，把油逼出来，另外一方面把内容物烘熟。因为我们这个最基本的还是学火功，要看火，对，嗯，观察，人家用眼睛看，哎。看火的时间有没有？正常来说，我们知道看火的时间比那下锅炉，我们要准备上锅炉的事情。天大概呢最极致能卖多少个？像我蛋饼最极致一天最多到150就已经很极致，很累，已经一直砸，因为这个手背这样摔面。光看这个工序，这个工程的基本上不太接过路客了，要预约的，要预约的，哎，尤其假日啦，因为这疫情这3年来说的，本地像大雪山啦、古关泡汤区啦、风景区啦都爆满，所以他们事先都前一个礼拜或者前2-3天跟我们预约。这很烫哦，你们吃要小心。这个全台湾是不是只有？目前知道类似只有我一家啦。来，很烫，需要小心。我们这里有标准的甜辣酱，还有辣油，我自己炒的。
主哥，我比较文明一点，有没有盘子？哦，盘子有有有，不好意思。主哥有没有筷子？筷子有有有，稍等一下哈，好，能慢用，我现在还在赶练。哦，还有另外一批，另外一批，好好。饼皮呢，它就像是说像烧饼的那种感觉，很厚实，然后一层一层酥饼的那种香气，然后它搅过之后，它那种蓬松的香气就是比较不太一样。在没有太油的滋润状态下，非常好吃。有空来玩，有空来玩。谢谢你把这么好的味道一直留着。拜拜，好，拜拜。难道一生不累？那个不是京剧，不是京剧。好，欢迎有空来玩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吃这个很厉害的这个仙草冰，我是哦，OK， 而且它是美女经营的，有美女吗？哎 ，Hello， 有没有热的？有热，但是我没有仙草冻。仙草怎么冻？你知道吗？怎么？好，那我要仙草冰，你有什么要加的料是你们特别的吗？我们客家圆楼仙草冰里面本来就有红豆珍珠跟仙草冻，那红豆跟仙草冻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熬煮的。因为我有看到旁边，对，仙草冻可以加卤排骨吗？哎，你要的话可以尝试一下。不会，怎么单纯还有这个加便当的？因为我们只卖冰，所以冰会有一个淡季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加卖了便当。以你的这个台貌跟气质，感觉好像不太是出现在这个山城当中。因为2020年的 COVID-19， 所以回来到现在。哦，是哦。从哪里回来？从哪边？我从加州回来。那你念什么专门？我念 Hospitality Management， 那个饭店管理。哦 ，Hospital， 我以为是那个医院。Hospital。为什么愿意来接呢？爸爸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想让他退休。哦。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点孝顺。哎，你要叫我吗？对，我觉得非常的浓郁。它这个仙草是从哪里来的？哎，这个是新竹的关西农会出的仙草。它整个创冰那一个冰块就是仙草冰砖。因为什么爸爸当初会开这个店？他跟妈妈到澎湖的时候吃到仙草冰就很喜欢，然后回来以后就找了关西农会的仙草，然后我们就请人专门研发，然后试了好多比例之后才研发出这个仙草冰砖。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，各种东西。这个粉圆跟其他城市好像不太一样，特别 Q 的那个 Q 度。这个跟煮的方式有关系。因为这边大部分都客家人，你要跟他们讲客家话吗？其实我客家话也没有特别好，但还是可以稍微沟通一下。台南币啊，台南币是什么？台南币是什么？他说他听不懂。台南币住哪里啦？我是台南币。台南币。台南币。我跟你讲，南腔北调。对对。我们给他取一个客家的外号好不好？好。八彪子来的。八彪子吗？八彪子。不错，这个。八彪子。泡漂子，哦，这边叫泡漂呀。泡漂，我系泡漂子，我系是广东话，乃系泡漂子。哎呀，好啊，有梳子，你们这边怎么讲？有梳子，乃系有梳子，加准备好茶。啥米呀？加准备好茶，就是我以前在下车，先准备下车。哦，那你回来这边这样好找对象吗？会不会你卖冰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一直在外面张望这样？没有啦，很多人因为你的姿色来吃冰糖，眼睛很漂亮，吃仙草，没有人排队的情况。哦，你只要进来了，你觉得喜欢的，你就说这一碗算我的。我阿公阿妈真的是这样子，真的。对，我阿妈以前也是冰店，然后阿公每次下工了，因为他们做工人，然后就来店里吃冰，然后阿妈每次看到他就会给他特别大碗。然后就这样子一来二往的。哦，装冰阿妈也要哦，所以他们的洞房花烛是一个碗工，对对对对，然后里面都是冰，永浴爱河的。那你有没有什么真有的一个条件？我偏喜欢高的男生，喜欢高的，大概这样够高吗？1米8就可以，1米8就可以。然后呢，学历啊，那个还好，我觉得男生很重要的是孝顺啊。
哦，对，跟爸爸妈妈。这么名字有孝顺的可以吗？不行，要实际的孝顺。喂，说出来被打枪了。OK， 请大家来赶快哦，哈，嘿，真的好的姻缘哦。好，你跟挥手，挥手。我们现在就是帮人把妹，就是不能浪费我们自己这个。这种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火山，对对对，一定要请别人帮我们去爆发。哎呦！听到声音了，锅虾哪样？哎呦，这是什么场？太酷！太古队也很强。哦，正在训练中。这个成立多久了？四年了。对，我觉得和我们大家都很熟练哦。上礼拜才刚全国大赛刚结束。哦，真的吗？拿到优胜。优胜哦。是喊声的那个同学是哪一位？他其实现在是很内向的，对对对，但是他是拿狙击的时候就当当当当当专注专注，对，像不开玩笑哎，像一只生气的熊啊，没有，很可爱。听说你爸也在学校里面，好多个，来来来来，教练教练，哎哎，等一下，你站到这边来，哎，你是这样父子连心是不是？我今天还发现了，十三多年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没有办法承认这一段？不好说，人不好说。接下来我们第一关呢，就是挑战我们的黑羊与白羊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合作五间的羊哈，待会两边到中间以后呢，想办法到对岸去，但是中间不能掉下来，掉下去就说出局了哦。出发，好。然后我们不会跟你们说方法，一定要想办法成功啊！好，要兑换啊，对，互相讨论一下哈。好，其实我们应该紧紧的拥抱。对，然后拥抱之后，然后慢慢的走过去。我们就像那种跳街舞的感觉。对，我能不能告诉你，我转不过去？真的假的？哎，头一不甩，你肚子怎么很大？我肚子现在也很大。哦，我要掉下去。我觉得我在比狗狗更爱你吧？你怎么越来越下去？我会害羞。行，好，掉下去了。我还不舒服嘞。小春，你不要晃动。好，我不能。你稍微往前一点，重心一点。你觉得这里可以往前多远？好，我这样可以，你速度要快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要穿过去，哎，多想几个方法，只要过去就好了。哎，这样可以啊，确定吗？这可以。等一下哦，我是你，等一下哦。哎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可以，我觉得蛮好的。你要坐稳哦，不可以掉线，不可以掉线哦。可以过了，你好，可以。Over my dead body, over my dead body, over my dead body. OK， 可以。哎，罗队，应该没有人这样过的。哦，成功了。OK， 完成。
不过中间我还是有拖了一下陶家波，我拖了一下，拖了一下他，要不然我那一步不知道能不能过。哎，两个都是男的，会不会很无聊？黑羊与白猪 ，Action！ 应该谁要闪哪边？哎，真的是蹲下哎，他也有哦，真的是蹲下哦，就这样子哦，哎，所以我们刚刚的概念也差不了太多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下一关，赏金船。我们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要让这一艘船平衡。第一个，我们不能跑，不可以跳，啊，不可以蹲着，不可以躺着。好，我们不要太离边框太近，啊，这样就 OK 了。但是那个人六根不净。哎，好，那换我了。找到刚才那感觉，刚才那感觉，这是你实话是不是？这都是你的船员。好，来 ，OK， 我们直接上去。来，请上。那我们一起往右边一小步，用脚趾头移动的啊。OK， 好，我承认我是办不到，我是一个不称职的船长，船即将搁浅了，我们下船吧。谢谢。来，我们下走。我们做了团体或什么，他一个小时还不会成功。哦，真的？这是正常的，他就可以知道，哎，我们在这个招船上面，谁是领导者，谁是适合服从，谁适合当船员。叫做爬高墙跑挑战，教练，成枪毙队形。这里有什么样严肃的陷阱吗？等会所有人要想办法徒手全部都拉上面去，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了。好，教练，我可以转学吗？你这样一进来就一直要转学，当所有的人都离开我的视线，我就一个人留在那边。第一棒派女孩子哦。哦哟，哎，已经上去了。那位曾同学吗？来，第二位，这只就大只了，所以先把那个高大的弄上去，就是他们自己的战略这样。哦，啊，后面的比较小的比较好拉上去。哎，推背，推背，哎，推背，推背。哎，推背，推背。OK， 哎，你看，所以其实有没有怎么样？哇塞，辣！而且到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关键的时刻，因为完全不能放手。对，你为什么留在最后？你的功能是什么？要用跳的。你踩到我的肩膀，对，来，然后我手会让你扶，对，来后面。你要出力哦，慢慢站上去，两只脚都站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慢慢哦，你手伸直了吗？好，okay. 慢慢站上去。好 ，OK， 有，来，好 ，OK， 可以，好，对，啊 ，OK， 肩膀站好 ，OK， 我好，好，慢慢站上去， okay. 来 ，OK， 上去 ，OK， 来，举刃，没事，可以，好，大力踩，勇敢，踩我的手，踩我的手 ，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够高了。OK， 有，好，来，小顺，你踩我上去吧。这是一个生离死别，最后这个战场你就过墙去，满园春色关不住。啊，一只红杏出墙来，那么多女生都爬过去了。其实我人生已经走到这边，我什么都满足了。来，好，来，那我只好牺牲你了。好。哇！哎，等，来，踩住我的头。OK， 来给我，哇，小顺，哎，我不会放弃你，帮我 hold 住这边，好，快，小顺，抓住我的手，小顺，准备上去，抱住我，没问题，我这里好了，对，好，一，小顺，来来，帮我拉住他，小顺，小顺，你真的太重了，小顺，你真的太重了，快点，用我们全队支援。抓到了，小顺，快点，打住，来来，帮我拉，脚给，打直，哎，脚打直，打直，啊，哎，你快抓住了屁股了，啊，我刚刚一直觉得我应该是一只蟑螂，很多蚂蚁把我抬走，谁最出力的？干妈，非常谢谢教练。牺牲了啊！换我吗？刚刚教练的手在我屁股上是特别温暖，他在传递那个，真的超感动。对啊，谢谢我们玉山高中的同学，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们。曾经拍过一部电影，然后叫《报告班长》，
气。那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放在心中，真正的勇敢是带着恐惧一步一步的往前。人生还有很多目标，下了雷出发啦！挂在中间的时候什么心情？我掉下去怎么办？要脱箍了有没有？如果我没有办法回去的话，帮我照顾一下小孩。还没拉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不能完全不能放弃，一定要把他拉上来。但我一拉到他的时候，我好想放弃。这个果算孤陋寡闻，也没有看过这样。讲到孤陋寡闻，我们今天呢就来到新社产菇产最大的地方。哇，你们这边环境好棒哦。我们刚刚沿路一看进来，有很多那什么太空包，对，也是用这种新的科技的方式在做。现在太空包算是比较环保一点的，环保一点的，不要用的木材都可以把它粉碎以后来利用它，生产的效率也比较高。蛋跟菇，单就菇，对，为什么会在一起？种香菇会产生一些废弃物，香菇采收下来，像地头跟木屑接触的地方，那个是我们人不吃的，但是鸡可以吃，就跟香菇的一样，可以提升免疫力。那生出来的蛋当然就一定是好吃的。第二个，它会产生的废弃物就是那些木屑，那木屑就铺在那个鸡活动的地方，当它的铺床，就跟它的粪便混在一起，非常松软的，将来可以变成肥料。没错，那我们就去捡鸡蛋了。那谁带我去弄菇？哦，那就请我儿子带你去了。那来解散喽！好，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不是要解散撒，先加油才有上。来来来，一二三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我看你要弄到什么？我们这边养了多少鸡？我们这边在养了100只吧。这等咱来饲料，你先来盘烂一下。好来啦，啊，你看喜欢倒一只，你就为着食先。无，一般是拢用这饲啦。你也感觉你手有咧拍电脑、手机啊，撸伤多，你就爱安尼好饲，安尼饲。喂，你多无来伤，伊伤激动啦，伊伤激动，迄个毛安尼吐掉了无？好佳哉，不是威廉来，无看伊只条子遐怎分去？哦，手会痒嘞，哦，真正假手诶，伊会夹袂夹袂夹袂安尼？无唔对。这其实是足乖，因为咱是拢是友善饲养吼，所以伊拢真乖。来，请来，你来，来啦，来看啥物啦？来，你要乖，来，这你摕咧。欸，因为你捌训老鹰无？我们香菇会分成菇伞、菇伞、菇哦，所以不称哦，不称菇头。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抓住菇脚、菇伞的菇脚哦，像这样，左右左右，哦，这样就开始，左右摇。哦，是手，哦是手，是手，哦是手，哦。这样子就 OK。采收完一次之后，它要坐月子，坐完月子之后，它就会再继续。它是怎么坐月子？就是香菇的话，我们要把它泡水倒盖，就是让它觉得说，哎，我好像快要死掉了。哦，强迫。对对对，它再长出来。你捌训老鹰无？对啊，人家老鹰咧，哦，徛咧。阿辉徛咧，徛咧笑咧，对。来，好，徛咧边啊，吼，来好，来好啊，来对，吼。哦，哎，哇，真的很难得嘞，因为这个有一种灵性吼。因为咱无要代台啊，所以讲也无咧在咧惊啊。啊，你叫啥名？啊，我面顶头条爱甲读一下无？现在威廉已经靠在当弟弟啊。你是在喂他吗？他现在站在我的手上哦，我不是抓好，他是站着哦。你要不要来跟他和解一下？不用不用不用。你知道一只鸡仔偌久会生一条呢？我唔知。你话25点钟平均啦。有一种呢，到那种草地去捡草莓的感觉，好幸福哦。对对，这么多，对的，水都看到了。那个经历啦，我们采了香菇，又捡了鸡蛋，他等于来做这些茶碗蒸啊，家己慢，家己 Q， 家己做，家己吃。好温馨的画面哦。对对，好像全家福哦。首先就将蛋打到碗里面就可以了。是是是。哎呦。哦哦，哎，抓不开，碎了。OK， 还行啊。它这个蛋壳比较硬了一点，对，比较有韧性。不是，你打下去就不会散掉那种。连这个蛋都看起来很杠杠的。对啊。
接下来就加入100cc 的高汤，就用干香菇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柴鱼片，对。要过滤，原因是因为蛋里面有蛋精，我们就要把蛋精跟蛋壳滤过。它是会影响口感。是的，好讲究。对，倒到这个杯子里面，就可以再加上我们的干香菇，还有刚才现采的那个鲜香菇了。这就是我们刚刚茶碗蒸来了，蒸哦，满满的菇，哇！因为这个香气跟那口感，我刚一度以为我吃到了鲍鱼，对，是不是那个味道？对，是因为新鲜的关系吗？这个是蒸菇奶茶，奶茶里面加了金针菇，金针菇是可以增加智慧的。大家不用怕，它其实里面没有那个金针菇，它会有一种类似像烟熏的那种感觉。真的哎，还有不太一样的感觉，还蛮不错的，蛮好喝。这个鸡汤是我们家用了花菇还有茶树菇，那个吃起来口感相当的脆，好好喝哦，非常特别啊，嗯，它甚至有一种清凉感。你是属羊的，好吃好吃，它那种口感，嗯，然后加了一点枸杞这样，嗯，按这个就红枣，对，这个菇比较特别哦，好，这个它摸起来，对，它是不是还是生的？不然你摸起来，这个是香菇造型的流沙包了，哦，好，我刚一度还说哇，吃这个还要吃那么大朵的香菇，哎呦。这个就是经过烤了，像我帮你已经帮你切片 切成这样子。哦，对，这杏鲍菇，杏鲍菇在我们新社也算是相当产量相当多的。嗯，因为他们全家都杏鲍，嗯，所以叫杏鲍菇。嗯，对，你知道碰果的姑姑叫什么吗？碰菇不是不是。猴头菇，哦，那最珍贵的那个嘞。今天这一趟就是要来一个海鲜之旅啦，必须的。就一路从无期啊、清水啊，然后沙鹿啊，是龙井，然后再有到我的家乡大肚。海鲜我们来喽！耶呼！我跟小顺彼此要走入彼此的一个人生，像第一集我们去基隆，我的18岁的青春岁月。哦，无限的满足，参与他这个前面20-30年这个过程，然后现在换他是等于回到我以前成长的地方。啊，恁倒是这间啊，倒一间啦。啊，不，不是这间啊，是这间啊。稍等下，我倒一下。乔顺，你，对对对，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包含，我爸以前任教的学校。乔顺，快走，走，啊！从小吃到大的早餐店，从我印象我就吃了大概30年有了吧。看一下它的汤汁，他们家的小笼包真的是一绝，哇，太好吃了！这是我很珍贵的回忆，然后我想跟他分享。那奈特，你要跟99一起玩吗？飞机来了！小时候的哥哥是一个谁？小时候会觉得他是我唯一的支柱。好久没有爸爸了。哎，早安！哎，早安！好久不见了。妈在吗？妈在。妈妈在前后面。阿姨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点，从我印象我就吃了大概30年有了吧。嗯，对，快30年了。那他从少女，他有30岁吗？他从他少女的时候，我看他在帮忙。你比他小一点点。对对，那以前，但是你要保养啊，你是吗？还看起来多年轻，22到25左右。树哥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吗？今天早上都看你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好，没问题。你还记得他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吗？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就。
穿着一件大衣，长皮靴，我们说哇，怎么那么帅的男生啊？哎呦，哎，后面才臭屁成这个样子。真的，我们乡下地方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帅的男生？我回来要稍微打扮，在大肚这真的是惊天动地了。真想要拿小笼包编的。出现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。对对对，真的是这样子，有点，哎呦，只是没有播大衣而已啊。进来，走进来这样。小笼包一笼，还有吗？还有小笼包吗？哎，因为我们都要问的。现在我们大概七点多，但还好。到九点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。哦，这么快？来的时候真的要碰一点运气。准备一个晚上，但是呢，差不多两个小时，全部都秒杀这样子。差不多。他们家的小笼包真的是一绝，好吃到就是我觉得外面的小笼包都是在干嘛？我刚刚问，难道意面已经没了？我们再聊下去，等一下，只有豆浆而已。我们家没卖豆浆哦，没有，他们没卖豆浆。他们家就红茶，然后奶茶，奶茶，对对对，大家这样子啊。小顺，你要不要尝尝他的那个九尾草还是黄金虫草？那个是吃怎样的？吃身体健康的。你要分析什么人、什么年纪来吃什么更好？不分年龄，都可以。有没有棍子？拖鞋，拖鞋。一大早就喝冰的，不会怎么样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这种老人家的身体。如果他不开店，大肚会暴动。来，小心烫哦。这个是虫草汤。好。这个是九尾草。哎，好特殊，一大早喝煲汤，在一个早餐店中可以喝到这种，对啊，煲汤，因为它里面都有加一点蛤蜊，它去提鲜，真的哦，这是他们这几年时代在进步，他们做一些小时候没有的，他对你比较好，我这个吃起来像一个药，真的，他觉得我应该补一下的样子，那我这里是。高威鸡，这以前好像是波骨头，那个转大人的时候可以来刻一下的。小笼包来喽！好，哦呦，哎呦，热腾腾的，热腾腾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问你，怎么了？听说你第一次看到他很帅的时候，哎，对，突然就问他在干嘛呢？是。你觉得你当时看到觉得他在干嘛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那时候走进来说，哇，这男生好帅，我还问他说，哎，那你从事什么行业？你那时候说，我靠讲话在工作。我说哦，因为我们不好意思讲自己是艺人啊。那我第一次今天第一次进来，有没有觉得，哇，这个男孩好帅啊？有，非常帅。我喜欢有才华的男生。哎。好不好？难怪你们声音越做越大。换我帅一下。包庇。哎，他皮真的很薄，我觉得他应该有去找一位大师傅学过。是哈，这太厉害了。对，哎，你的汤都跑出来了，好吃哦，可以，太好吃了，可以。那个汤刚好呢，配上这样很滑顺的，对，而且它的皮特别薄哦。对，眼尖的朋友们就可以直接看到呢，肉馅是清楚的。那它整个猪肉的甜味又出来。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汤汁，咬一口，然后放在那汤汁上面。哦哦哦哦，对，真的，这小笼包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哎，真的好吃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所以今天早上在住宿呢，没有吃是对的，来这边满足了所有的心里面的欲望。谢谢你给我一个大肚的早餐。对对对，已经这么大，欢迎大家来到大肚。而且他这也是从我小时候一台小八台车开始，每一阵子回来他们就在大变大一点点，变成那个地方大一点点。这一次回来我也很吓到，哎呦，那被人家夸呢。这个要送你的，你刚结婚嘛？真的假的？这个是我们大肚的那个。我知道陆成功，谢谢你。让你不好意思啦，不会啊。你怎么这么精致的东西？对，
怎么那么用心啊？你好贴心哦、喔！我送一瓶酒，是在地的吗？不是，等下在地的还有，等我一下。两瓶呢，然后还有大肚成功，也太用心了吧！这个要送给你们的，这是我们在地的最近在推的那个农产品。哦，是哦、喔。哎，对。哎，荔枝蜜，可以试试看的，那就在我们大肚山上而已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家就在上面哦，我带你去看看，能够孕育出这么帅的孩子，嗯，那个空间呢，一定是让我期待跟向往。那房子蛮特别的，因为我们家那个气场不错，很通风。这样子吗？对，好，期待期待。慢慢吃哈。是啊。阿姨，啊，无洗头章哦，洗头，我出来来看外厝啦，你看业主啦，用业主吼，敢那101的吼，业主，业主你都无啥无开，好呀，哈哈哈哈哈，规家拢知影你的，你的故事哦，这我阿嬷家，阿嬷家，啊，但是因为阿公阿嬷阿伯他们都走了，所以就留也是放着这样。然后我家就斜对面，就在那里。小时候大概一两三岁就在这边长大，有印象中在这边的。他说：“哎，阿姨，哎，你干嘛写的他睡呢？哦，他以前住，以前住我对面的，对对对，这个怪的这边，哎。”背起，哎，背起，对啊，一张足有钱的，买来买去的，规排拢互你买去。哎，细汉就看伊，细汉那就看。细汉有足皮的无？没啦，还好啦。是吗？无吧，那讲足皮。当我走到这个老的社区里面，看到街坊那么的热情，在说他的过去。镜头没有来的时候，他们哦讲了很多；镜头来了，他们开始腼腆了起来。应该有很大的真实落差，他们在替宝宝保留了一些什么？因为我拢喜爱拍球啊，哦，啊，我看到因母也收拾啊，咧，咧，因都收啊。阮爸啦，阮爸。恁爸。老爸啦。是哦，靠个性啦吼。是哦。老师嘛，生只靠个性。是，无囡仔较袂乖啊。哇。阿姨拢叫我宝宝。今天睡。啊，今天大趁钱啊，今天大趁钱。哦，对啊，是，啊，恁倒是这间啊，倒一间啦。啊，无，唔是这间啊，是这间啊。稍等下，给我拨倒一下。巧顺，你，对，是这样子没有错。我刚刚不是说很通风吗？这也太通风了，这很通风吧？哇，这个哇，下给倒。那你已经把它闲置在那边多久了？5-6年了。怎么样，张小顺，你要干嘛？到楼上去看一下，楼上看一下，要看一下。那个是以前是什么经费不足是吧？预算资金链断裂，对，然后后面是这样子，所以整理起来会很舒服的。看里面连房间我都整理好了，即使它现在是这样子，但还是我的家，我这是我很骄傲自己成长的地方。你看这边多幽静悠闲的感觉，其实可以听到虫鸣鸟叫，整个社区里面就好像在一座森林里面。你看。我们阿嬷走那么久了，十几年了，那就花草，那个花都还是好好的。邻居会去浇花。对对对，啊，以前就是这种电线杆就可以打球啦，就是他就一头打到那个白的就算得分。对，类似这样子，你就可以。小时候觉得街道很大，就想那时候车也比较少一点，车哦很少，所以这里就是你们的操场，回家以后的游乐地方。对对对，啊，他们都很讨厌我，因为我刚不是说很喜欢你，很乖，宝宝很乖。因为中到时拢会比较怕死，还拢个插手，还让他困倒了。因为我算这边小孩野孩子啦，是不吧？不哦。你来个调皮啦，你来个调皮啦，这么乖啊？哎，这么乖。哦，这么乖，还蛮乖。我看到邻居们他们还健康，我觉得还蛮感动的。一见到我还是叫我宝宝啊、小宝啊，这个社区的那个人情味还是没有改变。哎，嘿，你好，哎，你怎么在这边？是在这边装那道具门啊？整理房子啊？你看，你是不是也要来回来整理？对，还是你顺便帮我整理好了？已经快被废墟了。对呀，真的要整理了哦。放很多年，快点，来，再让你比对看看。还有小院子，你看。对啊，对，很好。后面还有一个，哦，这个阳台露台可以走出来。对，你看。是不是有点感觉吧？有，可以，其实蛮长，蛮舒服的。是。
但最主要，你这个农作物是准备二期收吗？还是攀藤式的啦？攀藤式的，这是不是左手香啊？豆秋汤，好像是。你念一个，抽一下味道，这是药啊。真的，这是豆秋汤啊。豆秋汤啊。其实有这样子，这饭这边灵气很强啊。人家说好的地方才会长，没有，它自己长的。自己长，自己长的。怎么这么厉害？因为我家是宝地，真的，风水宝地。你在我家采草药，我家后院。那时候我妈有问我说要不要把它卖掉，隔壁他们也想买，他说可以打通或是什么，变成大件一点。对啊，但因为这个情感对我来说，自己来说，虽然说放不掉，放不掉，然后再加上这完全就是我爸的一些跟我爸爸的回忆。其实我还是会想先跟我爸说声对不起，对，因为你是家里的男生，对，然后因为肩膀很硬要扛起来的，然后把他的房子打成这样，照片上有一块红门，那个是我特别还，我把那块门有保留在我朋友家里面，把家里弄成这样，但是还是门我有保留下来，怕说爸爸如果回家的时候会找不到门。所以我就有特别保留一下这个门，因为留一盏灯，留一个门，是为了要让一个在这边生活几十年找到回家的方向。希望有时候 有那一天，我把它盖完的时候，再邀请小顺过来这边。一定，没有没有，你要一砖一瓦的时候，就通知我。虽然我不能拿太多的一砖一瓦，但是我愿意。长辈都年纪大，但是你要一肩扛起来。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有一段路，对，我要让你去把那个力量扛住。因为我也走很远了。你要帮我背过去。走，我很重哦，好，八十几公斤哦，来，走，好像背着你们家的长辈一样，对，但我爸好像比较轻哎，挥别，爸，再见哦，因为我爸是一个很倔强、很硬脾气的人。我没有背过他，甚至他到生病的时刻，只有我稍微扶着他而已。对，如果我想跟我爸说，如果那时候你毕竟你那么辛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定也会把你背到每一刻啊。对，哎，挥别那个你想要完成的那个空白 ，OK， 好不好？我现在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也是陪伴我很长时间的，真的吗？对，但也跟我爸很大的关系，是吗？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一些陪伴嘛。你会觉得你身上的那个包袱重担，我怎么越来越重，越来越沉了？好，记住，好，快点往前跑，穿越，哇，好重啊！就是一个责任，然后他就是告诉我说，那很重，你也要把它背起来啊。我顿时间有一点感悟吧。他二话不说，一准备就要把我背起来。也会被他感动啊！最懂美好生活，撒吧流行数位媒体。你看，我回来了，这是沙鹿国中。是，你看，是你爸以前在那边当老师吗？我爸以前在那边当老师，我很小时候还没念书的时候就来，因为我爸很坚持，早上都要送我去上学。那他带田径队，那早上有6点多就在那边，然后就陪他。而我只是单纯就坐在这几棵树，那个就是那一棵就是威廉树。然后等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然后他载我去学校。感觉你跟金城武术一样的重要。你看那个树是不是长得很好，茂密？因为呢，这边的田径队练一练，当年我爸练一练。他们都在那边摸，在那边吐，练得很超啊，真的。跑太多会吐。跑太多会吐。对，而且这里的田径队真的算是有一脉相传吧。这是出了很多精英，这个学校。很多精英，在你爸爸的调教之下，破了好多好多的记录。
应该先跟你爸致敬一下。对对对对，来，哎，廖爸爸，哎，你辛苦了。对对对，爸好，爸爸好。祝你老师阿姨，哎，在这里。对对对，阿姨，他也叫你宝宝，他叫我宝宝，宝宝啊。这个算爸爸，都小时候叫他宝宝。哦，弟子好。这个算我爸爸以前的同事啊，是。然后他们很照顾我爸爸，以前我小时候不太懂，就后来我发现，哎。我去一些国际型的比赛的时候，那些所有的学生跟包括在演讲台上的一些教练，看到他都这样子立正，辈分算很高，就是好像是，是不是？他很厉害吗？他有算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们那时候没有停班嘛，他也是这边练习田径的，然后他后来是到沙鹿高工去的，对，在隔壁而已。义务的过回来，义务哦，哦，义务十几年哦，有，好像很久。高中的时候，对对，他一直一直带，一直带。因为我爸好像很凶，他以前是不是体育组是不是有分两个料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是专门是游泳的，啊，他的爸爸是田径的，是拍撩的，好撩的。哦，好，我爸就是拍撩的啦。哎，还好还好。我生一个傲料的，我是拍料出后顺的，对对对，因为他们以前都这样子叫我这样讲，这样讲。小时候很乖的。那我们去找田径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停班，田径队现在田径队研发的。爸爸带的时候就已经很不错，那现在有好像又更好了。好，来来来，这是我们的田径队的，对，目前是他们在训练。刚好有一批是去，现在去比赛了，正在比赛。刚好现在全国中等运动会是，哎，对对，在台北。思妍老师，麻烦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田径队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哇，来一排。哎哎哎，好年轻哦。是哇，来来，站来，小心小心。大学长好，大学长，哎，你们是什么项目的？我是以前是练千五八百的，哇，你也是啊？成绩多少？一般般，对不对？我也是一般般而已，是吗？我爸爸很厉害，我是三般般。你极致的那个秒数是多少？八百大概在2分10，你几秒？2分20秒。你跟一个小孩子在抢什么？讲十秒钟，那个是也是我小孩子的，我小时候的，对对。老师，我们可不可以今天跟学生们玩一些田径的，让我也回忆一下？没问题，刚才讲的拦架就来个拦架。哦，拦架。短距离我们就来个冲刺好了。好，冲刺跑比赛。好，谢谢威哥，跟你来看鬼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脑海中跑出的画面是什么？不要拉伤。我一回到田径场上，其实就在就会很想爸爸，对，然后这种感觉。跟他来见个面一下，对，然后刚好又在沙鹿国中，所以在这边不要这个不太能丢脸，要拿出认真一点的态度。二上，来吃饭，好。老师，我们这样几公尺？我们40公尺，40米到第三栏40公尺，40米。现在两位选手已经走向了那个起跑点了，在起跑点有两位选手，一个姓廖，一个姓李，这是廖李东西君。好，好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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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预备，各位，各位，起跑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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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吗？我刚刚我要热身嘛，我要热身嘛。你要热身，是他刚刚快了你三步左右。三步，对。哦，我也要让年轻人有一点点自信。哎，李正轩，难怪，骄兵必败啊。哎，好，来，我来喽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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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掌声鼓励。我们小弟也是。来，各位，预备 ，Go！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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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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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我也有进步哦，太棒了，差两步而已，差不多了，也是我人生最后一步了。我觉得你的姿势比较好看，对对，但是它比较实用，对对对对，还是人家还是有练有差，是不是？还有，已经唤醒我当年那个的协议了。哦，你还想再搏第三把吗？
我们还有别的项目吧？还有两项，还有两项，很好，很好，还有留一下好了，那留一下，留一下，留一点，留一点力气啊。OK， 掌声鼓励鼓励。还是我们李同学呢得到了最后的胜利。第二个项目我们就换胜哥好了，我们让威廉休息一下。哎呦，我们就跑步。跑步还是他这样子，我们接力好了，然后刚好两个人比。我要挑一个，我只能挑最强的。那我也挑一个好不好？哎，他搞不好很强哎。亲爱的好朋友，现在现场呢，虽然看起来呢有一点是要铁马面对的，真的是一个铁人。来，同学打个招呼，耶！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在起跑点，但是呢，这个起跑很慢，所以请王老师，我的车子呢经过那里的时候，请你在那边当个裁判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各就各位，哎，来了，听我口令哦。好，好，我先动了哦。是，孙哥请。好，一。二 ，Go！ 小春，快点！小春，你快点！小春，加油，还走，走！小春，加油，还走，走！呀！他跑好快哦，他跑好快哦！你是不是挑错人了？我挑错，结果我一问，他说：“哦，我比较喜欢短跑。”他很快哎，结果他的爆发力也是很强啊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输给年轻人是应该的。对啊，对对，输给小孩就不应该。那今天呢，既然胜负已经出来了，还是呢同学获胜。是。那我们校长好像也在现场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请校长来帮我们颁奖一下。我们掌声有请校长。校长，欢迎校长。这里。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好年轻，好年轻。对对，沙鹿国中算是非常好的一间学校。对，不管是学科、对数科都是很厉害的，允文允武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就是适性发展，嗯，育均能发展。对，这么礼物是要感谢各位来帮我们学校做行销。哦，这样子是。对对，如果是奖品，嗯，应该是我们要给小东。对啊，你们要准备用。啊，有，其实我每年都有捐献一些啦。对啊，今年还没到啦。对对对。时间到就过年的时候，我都会来发个红包这样。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星期五就校庆运动。哦，很好啊，很棒啊，很棒啊，恭喜啊，恭喜！哎，讲得很清楚，你捉了个迷糊。好，我们谢谢校长，谢谢。用心，谢谢校长，谢谢校长，谢谢校长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来的时候就是会坐在一棵树下，然后在那边应该算是沉思吧，因为我们早上练得很早，有点呆滞这样看着我们，就是可能还有点睡意的看着我们这样。因为那时候已经高中，那时候遇到他的时候，他都会特别说我是威霸，看得出他有这样一个儿子，他也感到一个光荣。严厉，然后又有。算是有点幽默的教练。训练你们的时候怎么骂？超粗的嘞！国二那一年，就是我阿妈过世，因为后来我练习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在场上就是在操场上哭泣这样的时候，然后他来安慰我说，就是要好好的去表现，然后用你的表现来去回馈给在天上的阿妈。我们今天这一趟就是要来一个海线之旅啦，必须的。耶呼！哎，海燕，哎，这里，传货，传货，没搞错。你是喜欢谁？哇，有点帅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！而且没有看到你呢。如果他不开店，大树会暴动。这算是清水在地很爱的一间米糕店，非排队不可。嗯，因为我自己其实，在清水有几间米糕店我都很喜欢，
那这间也算其中之一，吃看看好不好？那个面看起来很厉害，一个干面，一个肉羹，一个米糕好了。好，我们心里店，对，谢谢哦。好，我们坐里面哈。这个应该算是海鲜人值得臭屁的一个地方，因为讲到米糕呢，清水的米糕应该算是在台湾应该影响力有很大。是，其实这边大部分用米糕都是用 肉巴 的那一种，香甜，然后带肥，那大部分只有这边是这样子。然后来这边就一定要喝肉羹汤。因为它的肉羹汤呢，它只用那个菜桃、菜头丝，喝起来特别清甜。一般的外地都是勾芡，但是在清水这边的肉羹汤都是清汤，还是清汤的，一定会非常感动。我来上菜啊！好，哎，老板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为什么我们清水这边这么多厉害的米糕啊？这个哦，要从三四十年讲起，因为那时候刚好南北货运哦很通畅，都要走纵贯线中山路，清水这边哦刚好在中间，以前都司机要兼搬货工，哦，这一个人干，啊，假如说罢了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大家就想说啊，假如煮煮米糊吧，那对对对对，哦，这是不是有一句话叫走穷不走穷？啊，对对对，米糕它是糯米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上面是补气，走穷不走料啦，用的人吃了如用，哎呦，要吃了如用，啊，那弱的就吃了，比较虚弱的话，吃少一点，吃再多再为了补得上，对对对对对，哦。要不我来个三分，感觉一下。慢姐，慢姐。哎呦，会晃的，会晃的哦。要不要来一口？来一口。好好，我这什么？我感觉一下。因为我们哦，现在目前用的器具哦，还是沿用古时候留下来的。对，那个 hinoki 的大的，所以是用那个来蒸煮的，所以它是很原味。对，它很原味。嗯。哇塞！哇哇哇！真的是这个老桶子嘞。对对对。就是这个，而且你们的米糕其实是一天几颗而已，没卖完就没。哎，对对对，因为那个桶子就那么大，限量限量。对对对对。那为什么我们的肉羹汤都是清汤？因为我们肉羹就是一个特色，没有勾芡的。因为哦，南北货运它吃的时候很赶，你勾芡的话太热哦，吃得很慢。哦，这个是沾一点粉，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。那这个肉是里盐吗？还是哪里的肉？大部分都是后腿肉啊，有时候是鸟吃啊吧，有时候是腰那种，全部一起混合。哦，就是看今天来什么。对对对对对，全部。招待你们，好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很早就卖完了，特地留给你们。为什么会搭招手？很妙哎。哎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这早期讲的话哦，我们这边也不讲馄饨汤，哎，用讲边食，边食，泡是不一样。今天算是很容易会吃很饱，小心点，因为每一间都好吃。对啊，他刚说那个 hinoki 桶，现在那个已经都是国宝级的东西。哇塞！哇哇哇！真的是这个老桶子嘞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这多久了？年代？这个年代是不可考了，因为一直在做维修和改良，不然早就已经。这个桶圈，要控制的刚好，然后呢木板放上去，因为它会热胀人冷缩，对对对，再来会膨胀，所以呢它里面的香气呢才会这样子呢自然流露。一料 kit 它是含那个油脂比较重，所以它可以做比较久，不然一般的木材早就坏掉了，早就毁了。还有一个在维修啊，只能用一个而已。这个在蒸煮的时候时间要费很久，在两个多钟头慢慢焖，这种炒顺的哇，这个炒顺的。几代人的香气都在这里面哇！还有里面还有一个那古时候的那个灶台，要不要看一下？灶台热，对对对，在炖肉的。哦，跟廖天地一样，这里要攀岩攀过来哦。哇，今天这多亮！而且以前的这个你塞球啊。然后很原始的那种结构，都看到这个躲掉了。对对，哇塞，这个是那个也算糯米上面的灵魂，这台就是他们的骨肉了哦。对对对对对。
吃起来不没油。对对对，再慢慢慢慢的用这个灶的那个火候慢慢去把那个它的油慢慢炖出来。嗯，是这个算是低温萃取的。哎，我不知道多久已经没有看到金哥了。金哥啊，这个应该也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。这样看到不可考，金夹一样，不可考了。而且整只上面的它满油，嗯，哦，光是这一只拿去蒸有没有？哎，这个养活一村人。对对对，这个油量，真的油香味好浓，很香。真的真的，其实这都是聚宝盆。对，要发现的人家会把他们家的财库，放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，去卡掉，盖一点木头，对，就靠这个，是是是，这都是功夫。这里远远远远就听到那种呐喊，对，哦呦，哎呦。是呢，真的是剑，我没有看过人家打剑道，听起来，哎，我们很恐怖，我们要不要跑走啊？我再算了，那个李英顺，李英顺就是李北北，哦，李北北啊，就是李北北，他，可是他已经应该印象中应该已经快七十岁了，还在那边，还能这么打？哦，你们好凶！哎呦，这个该不会待会我们等一下要下场，我们会死啊，会死！哎，哦，还有仪式，还要收剑吧，剑收起来。讲究的，对对。哦，还真的要这样跪哦。哇！哇！阿贝，阿贝，阿贝你好。阿贝。哦，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哎。哦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没有看过你打剑道的样子，好帅哦。哇！阿贝，哎。老师好，你穿这样好帅，我没有看过你穿这样啊。那你穿了好几年，真的40年，从年轻就是选手。因为大部分呢，我看到阿伯的时候，都跟我爸爸一起在喝酒的时候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喝酒不要讲，那个是闲暇之余。对，阿伯应该快，印象中快七十了，对不对？你还在带六十七岁，然后哇，然后带学生，每天还是有运动量这么大。啊，你这都国手嘞。都是国手，哇！所以我刚刚光是听那个呐喊，对，我卡背都练起啊，哇！所以呢，他对我们家真的非常非常有恩情。如果我们家没有他的话，基本上会完蛋。还有见过妈妈，也见过妈妈。对对对，去找妈妈，爸爸妈妈就很优秀，很棒啊。也还好吧，对。重感情。所以，然后，但是呢，听威哥讲说，因为老师呢是特别有感情的，更有感情。对对对。所以照顾你们家照顾很多。因为呢，我就特别想说来跟他讨个当年的鱼汤喝，因为。他呢，真的，每次路过我们家，是，或是他都会特别抓个石目鱼或是鲈鱼，让我们家补一下。对，然后我爸生病的时候，也当然他也特别的煮鱼汤。哦，然后，然后加上我们家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照顾的时候，连我阿嬷他也都会经过的时候都，好不好，在不在啊？阿嬷，我来跟阿嬷打个招呼。哦，来，一样的。那今天来这边有一碗鱼汤，可以喝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准备在喝鱼汤之前，是不是下去那我们打一打？真的，修理一下，修理一下。小顺完蛋了，我们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换衣服。哎，对对，换衣服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。还特别为两位是啊，准备我们一套的衣服让你们穿。哇，我这个上面还有我们的名字，名字哎，哇，
哇，太用心了吧！有我们的节目的名字，还有我自己的名字，对，然后刚好在我这个很人生很重要的部位上面，而且它是硬块的哦，对对，是真的有保护作用，有保护有保护，打不到打不到。那今天的科目是什么？第一打面部，第二打手部，第三打罗布。阿贝阿贝，有逃跑的项目吗？跑不掉，跑不掉，那铁门就拉下来。要认真的学习。阿贝怎么好像很开心的感觉？怎么感觉一点要打死我们的感觉？好，接下来就带面吧，哈。好。OK。等一下就选一个要打我们的人，好，这种要求由你们来选。好好好好，我选那个蔡教练，蔡教练，因为看起来他的级数很高，对，会打得很准，对，就怕了其他人呢。以前呢，看我的封神无双看太多了，对，他不是拿拖鞋来点我，那我选一个，我儿时的玩伴好了，那个李教练，李俊毅教练，好好好，应该下手比较不会那么重。周健，周健，好，各位，等一下，我的手好痛。这整个震了一下，我吼起来了。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气势让我觉得哇，超级感动，然后整个血液沸腾。我听教练说，他只用了不到10%的力量，他是点到大。那对他们来讲，他们真的比赛的时候是整个就砍进去的，就跟拿真刀一样，是真打的。就看他们在练习的时候，那种真正的从护具上面划过去，啪，面具啪，哇。很震撼，对，这是你近几十年运动量最大的一次吧？真的，我刚把所有的电量全部都释放掉了。不过这个感受蛮好的，我觉得是人生的另外一次的震撼。对，因为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是那个政报部队，也是要穿很多盔甲，也是要这样，有很多的那个操要练的。对对对，我再次再穿上去，我就觉得我就回到那个当时的感觉，非常震撼。尤其呢是我们蔡教练，哇，那个很准，当哇，是有震撼的。我觉得我整个头盔下沉了一下。对，哇，打手的时候，哦，很痛呢，很痛，很痛，反而手真的是会让你的那个痛觉直接砍进去的感觉。而且他们是很准，有力道，是打下去还拉回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啪一下，对。其实今天看你们两个哈，是。学习力很强，是吗？因为你们没有看过，也没有摸过，是由我们的两位教练，简单的教一下，说明一下。刚才在对打，你来我往，是会痛吗？不会吧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还好吧？还好还好，很有感觉，很有分量。那但是我们没有看过真正的实战，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呢这个开开眼界？
间到了。你好。瞬间就是零点几秒的一个反应，然后就很准的牵你的手，就是打你的手，不会打歪，都是时间淬炼的累积。就我们在练体育这件事情上，没有速成班，全部都是挥洒汗水，然后一遍一遍的来，这样，佩服佩服。休息，我来煮这苦命汤给你们品尝一下。有好吃无？氧化镁啊。My dream, you are the girl in my dream. I hope that when I return, you'll still be waiting there for me. 这个季节的虱目鱼呢，刚刚好的是最丰盛的那个，这个里面油最多的时候，味道很好。我们在北部客人引导吃到这个口，很难很难。对对对，哇，那个鱼的鲜。然后那西瓜米啊，那个酸酸的感觉，酸的，对，让我们威廉小时候回忆一下。其实今天真的算是特别跟阿伯讨这个鱼汤来喝，因为爸爸离开之后，就是比较少喝到这样的鱼汤，对，也特别感念说阿伯那时候一定都会带一条鱼，但这绝对比我们家的好喝多了。刚好我是台南人的，现在溪谷那边有个鱼呀、啊，哇，超级甘甜，是不是你小时候那个滋味呢？比我小时候还好，进步了，进步有在进步，有没有没有，阿伯对我们家的这个照顾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了，哪里，包括我的就学，包含我们家的环境，然后甚至常常的时候，我爸喝醉了也是他。阿伯送我爸爸回去，这样子来来回回好几百次，对，但都没听过阿伯说，哎，爸爸怎么样，都没有那种不好的话，就非常感谢你。威廉小时候很独立，因为爸爸重于感情朋友，当然会忽略这个家庭小孩的照顾，那么兄妹啊，这自己独立一定会照顾自己。其实我没有回来看他们几次。对，但是有点比较不好意思。对，没关系。对，心中有在想就好了。谢谢阿伯。阿伯在这边教学生有收费吗？我这边都是没有收费。自己注重健品品性，只要你品性跟健品不好，那谁见到可能会行为偏差，那不好了。都说我们尽量把它导正过来，让学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观念，对父母啊，这个感恩的心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阿伯，这个我们真的要敬你一下。来，我敬你一下。对，我敬一碗汤。哇，太嗨了！威哥，今天为什么是这么可爱童趣的地方啊？坦白说呢，这地方我也没来过。对，但不是我找的，是我妹找的。会不会跟你妈是同一路的？完全不同路。她唯一遗传我妈最多就是很爱赚钱，是不像我妈是一个很爱有才艺，我妹大概基本上就像个花瓶。有一点点像广末凉子。哎呦，对，那算很漂亮呢。算漂亮了，人家觉得很漂亮，我看了就想杀了他。有没有这种哥哥啊？有，看我也是一直会念我妈妈，那我就一直念他。我想说借这工作机会介绍你认识，对，我想把我全家大小都带来给你认识，是吗？哦，如果你今天输的话，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孩子。孩子，我刚才已经看到这个了。是我这个人是有看到游戏，有没有玩会很痛苦的人？我痛苦的人是我吧？
顺哥的程度会稍微好一点。哦，回来，有劲！哇！哇！哎，不行啊！这边有那个，那个猴子屁股写字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个对方叫你写什么字，你就要写啊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还是你先来。好，我先来。我先看看你到底要做什么。怎么会？到底威哥今天会不会一个就过关？啊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过关！哎，有有有！哎，转三圈呢！来来，原地。来来，该我该我该我。如果两个我们都要处罚，要先做完。对对对，怎么这么没有力气啊？等一下，有到。哇！啊！是不是有神明？我不要找妹妹。啊！大家拢冲这，我觉得。哎呦喂啊！咱即摆观众朋友因笑甲拢流目屎啊！啊！这个威哥到底是你的背离是安怎写？逐摆拢打屎拢是你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手机啊，你手机都掉了，我哇，好可怜啊，我好可怜，等一下，我要找到一个游戏，我是不是我家的祖先比较弱？这样子，你头你头这样子弄着，转完三圈再去打一个球，好好。那那个你打的那个就是我要做的事，好好。十圈 ，OK， 十圈，好，对不对？去，来走。我不会住啊！好，最后两圈的九九十，好嘞，六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捞到来，你弄到就是我，就是我要表演的。来，可以啊，来。吓到我，吓到我，差点，差点又过关，差点又，差点。我要做怎么样三圈？我觉得你屁股写字好了啦。啊，屁股写字。对，屁股屁，吉祥的吉，吉祥的吉。好。OK。OK。啊，难怪你妹会想找这个地方，因为她这边呢。算是一个亲子的区域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这边跟小孩子玩一下。哎，坐的还有象棋耶？对啊，西洋棋。西洋棋，象棋，哇，有意思。我们应该是在后面那边。哦，后面有一个小朋友在玩。对，有个空间。赶快去找小朋友。哦，还叫。妹妹，大哥。你没有叫九九？谢谢大娘。啊。啊，叫姐姐，来，我再顺着阿伯来呢。哇，你好，你好，是谁？是谁？妹妹，嗯嗯，你哥一直讲说，哇，我妹真的很漂亮，嗯，很像呢日本那个女星，嗯，广末凉，广末凉面，广末凉面，他是啊，自称是吗？广末凉面，没有，我没有自称啊。今天到底来干嘛？就是人家叫你来你就来。哎，带小孩来玩。对啊。哎，我没有看到这么鲁的哥哥，很烦。你们两个从小感情怎么样？算，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好。可他小时候其实都会打我。是什么打你？就是让你有一些成长。没有，他国中的时候很叛逆，他就是把我就是当沙包。对。这样子反复的对他练习之后，他自己成为坚强，很坚强。他国中是不良少女，我要跟他们教务主任那个，因为我们念两个同一个国中，但是没有遇到，对对。但是所以那个教务主任都认识我，对，就有点打电话给你。你妹妹怎么比你以前还坏？是吗？妹妹那时候为什么会有比较特殊的思维发展？对了，我国中也算叛逆，然后就好像我们家到这样，因为他是跟奈特，等一下，奈特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然后派个人去把他找回来，对，是那时候比较叛逆。对，因为他国中后是被爸爸救走了，他跟爸爸住，然后我就是跟妈妈住。对，跟妈妈住会不会有比较多的发展？就是真的是自由发展。好，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确定一下，
因为之前你哥一直说他是孩子王，回家所有人都黏他，现在黏得很紧。我觉得都是假的，这一下下而已，因为他大概一年回来不会超过三次。对，然后大概都住一天而已，相处时间已经够少了。然后他就教他做鬼脸，然后还跟他说：“哦，你以后拍照都要这样。”结果他那一阵子真的，我找他拍照什么，他都是这样吐舌头。没有一张正常的。对，然后你说哥哥这样就算，那妹妹小女生，然后妹妹也这样，我想说怎么都赶不过来。在等待舅舅回来，要给他打密码。我还跟他偷偷跟他讲说：“你妈妈以后再骂你，就是。”都教。都教这种哎，而且他是真的会听的，是不是奈娜？那你知道是妈妈会很生气啊。一个男人在结婚之后会有一些转变，看到孩子，你会看到他的真性情。从一开始进来，我就看到那孩子会黏着舅舅，我觉得，哎，威廉已经不是当年我看到那个帅哥，然后一直在翻跟斗，一直在 breaking 的那一个孩子。他们这有一个比赛，然后我会约这边，就想说很适合你们两个，然后可以就是想说我真的讲话可以不要那么很像是上节目，什么啦，轻松好不好？我就想说可以把他们两个，你可不可以像你妈一样轻松？对啊，我很轻松。到底是谁家的小孩啊？欢迎你们来到木匠兄妹。然后今天这边呢有一个亲子闯关游戏。剪刀石头布。我选妹妹。你选妹妹啊？因为我叫不动她，我至少可以抱着她走啊，还是干嘛？那个我就抓不住了，我就铁输的。妹妹来。帮九九跟阿北加油，大声。终点在前面的蓝线，好，就看谁先走到就获胜了哦。好，对，我数到三，等一下哦，等，你让我两步，为什么？我怕你太难堪了。你没有听过龟兔赛跑吗？哦，真的吗？你就是那只骄傲的兔子。好哦，那我数三就开始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小春，我来了，小春，小春，小春，我来了，很恐怖哎！小春，哎呦，哎呦，看谁先到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小春，小春，我来，我来，哎，威廉胜利，帮小春鼓励一下，哎，棒棒棒！点在我的中间，好，所以队员可以加油，一起向前面前进。好 ，Nate， Are you ready？ Ready。Give me five。Yes。OK， 我们这边喊一下，彤彤 ，Are you ready？ Yes。不是开玩笑哈。好了，准备好了 ，Nate 加油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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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。加油！好，苏哥快到了，苏哥快到了，苏哥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等一下，好紧张，好刺激哦！一点点，最先压线的是黄色板子。拍手！耶！你怎么快哭了，妹妹？妹妹刚刚，小春，你们刚刚是不是走不太起来？是，因为妹妹完全放空。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一关，还有一关，我们把一关那一关赢回来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 Are you ready？ Yeah， Go。那刚刚虽然这边得了两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但是这一关只要是赢了，就直接三分哦。你们等一下是轮流敲，敲一块木头下来，然后整座如果有板片倒了，是。那你就是失败，每个人都要敲到哦，不能都是大人敲哦，小朋友要敲哦，轮流 ，OK， 怪酷 ，OK， 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，这样，哦，好厉害，好一个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就好了，来，一个就好了，等等，这个，对，有这一招的吗？不可以用这个。来，你是消防队吗？还用吹风的。
妹妹你好重。哦，大家自己思考，自己思考。哦，你好像自己觉得自己是全国第一名呢。耍帅。这个是奈特跟小顺的之争哦，我后面都没有再教了，已经超越我对于建筑的理解了。如果你今天输的话，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孩子。孩子。哦，要越小心越慢哦。哦。奈特转过来这里。跟妹妹比赞，耶！你刚刚好厉害哦。我喜欢看小孩子有一些自由的发展，我是比较希望他们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样子，这才是最特别、生命最最有趣的地方。优胜的是顺哥跟妹妹，耶！恭喜！今天还是有人人有奖哦，来，哇，有礼物，礼物，艾特也有。有名字，小薇哦，木匠优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其实可以跟我两个小朋友这样子玩是很开心的。那今天我想说就玩一下下就好了。小顺你开心了吧？我是开心的，因为这十几公斤啊，抱久了也会抽筋的。那你怀念一下，好，我还给你了。没没没，你难得回来，没有想说就是给你带一天这样子。啊？完选了！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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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！我准备吧 ！Go go go go！ 哇，小孩子看到玩的就冲了。Are you ready？ 预备 ，Go！ 好厉害，再一次！哇哇，好多哦，这一次。OK， 出，我们把它打开，看有没有一只。一二三，哇，有没有一只？有啊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玩一下？你不用。不要，这样子夹着，它就没有一个球了。你看，好厉害哦！这里我们来弄很多雪球，我们都可以丢了，快点。尧舜，你的子弹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准备200多颗了。那我们来雪球大战哦！预备，开始 ，Go Go 丢！哇，爆，打到屁股了！大家快点攻击攻击！等你给我太近了！哇哇！看清楚，眼睛盯着，对，耶！哦，阿童 ，Are you ready？ 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滑滑雪道吗？董彤，你要再玩吗？好，要哈，要，好，九九抱你玩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走，拿得动哦，来，拿得动，走。你拿不动。我拿不动啊。还要玩一场场。我今年几岁？三岁。你三岁哦？你最爱谁？我最爱九。你真爱九九，你会不会怕怕？会，会怕怕，让九九抱着你好不好？好。那你亲九九一下。哦，嗯嗯，好，我们准备哦，哦，来走，你把它拉过来一点。哦。坐前面吗？你坐前面，对。来。哦。哦。彤彤，来一下 ，Are you ready？ Yes。
Yes, let's go. 好玩了，你要说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姐，你开心吗？有没有跟舅舅出来很开心？啊，你去跟阿贝金明拜快点，耶耶！真的让他们太开心了，还好有这个地方啊。接下来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对，我也特别找了一个全海线最首屈一指的饭店。而且他们这边很国际化，很多那个国际的工程师都来这边。他好像还有一些很厉害的那个亲子房。哦，是吗？而且他有几间有主题房，我们去帮他先挑选一下房间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有预定那个亲子房，是。那我目前馆内有四间亲子主题房，那都带您介绍一下。好好好。先楼道那先带您看一下我们的飞机房，这边请。飞机房，颜色这么缤纷呢！哇塞，这个很棒哎。然后它有这些类似像积木的感觉，奈德会不会把它拆下来？哎，很有可能哦。是，这个房间是我们跟纸箱王做配合的，那它是用纸板做堆叠起来做立体的呈现，那还有后方的这个体验开飞机的感觉。是。这边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 AI 人工智慧管家，这是我们的小美希。小美希，许孝顺今年几岁？这个应该有，他两岁有25个月，两岁有25个月，会不会太嗨了？那我目前小美希有设置闯关游戏，就是可以加我们台中港酒店的 LINE， 然后会有闯关活动，那可以在房间找寻一个 QR code， 然后就可以兑换小礼物这样子。这是我们的童话风，这应该是彤彤会喜欢的，对，而且那种很公主的，对啊，还有小白兔，好可爱哟，哦，哎，这个我连我自己都想要在里面打滚啊，哎，他们在城堡，城堡，太 Q 了，太 Q 了，好可爱，而且电视就放在那个地方。哇，墙上还有很多大糖果，对哦，好 Q 哦。你这么大，你不要去破坏人家。没有，你就不行了。他限重80，真的吗？我差不多70多，还可以，紧绷。是，我又坐上去，第一次看到木马会劈腿的。这个是海洋风格，那我们最特别的是有上下铺的。对哦，上下铺。对，这个床垫呢，下面是还可以再拉开的，再睡两个人。还可以再睡两个人。对，一家人算是很会生的，可以生到4个，算是很 OK 的。尖叫的，来来来来，我你要开飞机吗？奈德喜欢飞机吗？哎，哦，飞高高，一二三，哈哈，好不好？哇，怎么来了？耶，来，奈德换你放，哦，墙都打，墙都打了。哪里？哎，等等等，哎，帐篷垮了，哎哎，奈特，你拆房子啊？奈特，你的房子倒了。干嘛？他们哦，还好了。跟你要想妈妈吗？你会想妈妈？跟妈妈讲话。你想妈妈吗？不要，放弃了吗？不要妈妈了，我们现在带他们去游戏室呢。啊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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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把它埋起来，埋起来！好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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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棒！埋起来，埋起来，埋起来！快点冲上去，快冲上去！妹妹来，妹妹来，要不要埋起来，埋起来？情况在那个厨房，那受不了，什么都要搬出来。啊！啊！一个要装一个吗？疯了！很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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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疯了，疯了。你今天算是来实习的，对对对，你要好好享受，而且你还不能在老婆的面前有任何嫌恶的表情，你不能有任何一个，这个都不能有，就是你要不时的把那个眉宇展开这样，很好，很棒啊！我好喜欢跟他们相处啊。对，妈妈都是很辛苦的，母亲很伟大。要会整理，要不然你的老板不让我们来了。现在在育儿，来。赛道上面已经有两部赛车了，现在分别是阿童红色，耶 ！Hello，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Yes. 奈特，有没有赞？耶，赞 ，OK， 好，妹妹走喽。哦，奈特来哟，加速，加速，加速。这个好安全，好棒啊！啊！哎呦！那继续！OK， 抵达终点，终点，耶！来翻一个，翻一个，翻一个，耶！来。哦，有东西可以吃呢，阿童。哇，有薯条呢。哇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。嗨，来接小孩了。哦，你终于来。OK 吗？OK， 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很 OK。紧抓抓登记，紧抓抓登记。哎，难得让你有时间跟他们相处。阿贝，下次来找你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好，会记得哈。嗯，是。我看我妹就很像她。现在是她。现在是小时候的这个感觉。哎，我妹妹那时候微微自然卷一样。哦。然后有一次她，我载她骑脚踏车后面，就这样子脚趾头就卷到那个。脚踏车后面里面，好像，然后我是不敢讲，还是怎样？忘记。有这样会被紧张啊，我很害怕。你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让小孩受伤？然后就赶快给他呼呼。你才没有吧？不能跟爸爸讲。但一转眼，你看一个女孩，现在已经两个孩子的妈妈。参加他婚礼有一句话我蛮印象深刻，那时候他跟我爸说，他对我爸的爱会变少，因为他要把很多的爱分给孩子。那我心里就想说，哦，那我们家的爱他也会变少，就是因为分给孩子。但很希望，很恭喜他，对。那我觉得他终于可以变成熟一点。那他对我的爱，当然我觉得。被分走一点，但是我会小吃醋吧，就是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，那真是因为我不敢跟他老婆去争什么，那我觉得他可以藏回来一下下这样。小时候的哥哥是一个谁？小时候会觉得他是我唯一的支柱。我家庭的爱是妈妈身上是比较少得到的，爸爸对我的爱被妈妈剥夺了嘛？那因为是大人的问题，那我只剩下他，所以其实我大学去台北四年，其实那算是我人生中跟他相处最多的时候。你平常都不会说这些话的，很少跟哥哥聊心事。不说啊。也许我没有办法在生命中每一刻都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。但是在他重大事情的时候，我希望都有参加。我甚至那一段我有点不太
敢看他，然后有一点点觉得说是好像常常有忽略掉他内心最重要的一些事情。那看到他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是骂他、念他、凶他。那直到他生小孩之后，这几年我们反而更少对话了。很从以前，好像我们应该再细腻一点点。对，这个真的是做哥哥的，做哥哥的有点疏忽了，也跟他说声抱歉。对，对啊。啊，这个哥哥永远就是你的哥哥，他不会变。嗯，两个人抱一下。哎，没办法搞，没办法搞。嗯，好久没有抱他了。对。这边是带着微微一点点恨意的那一种。为什么这么恨？我那时候带着左左，想说要来喝杯咖啡，就看蛮多人在排队，坦白说，然后我就来到前面，就不好意思，请问有位置吗？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讲没有，没有位置。如果我来试试看，嗯，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的趴数不太一样，嗯，那我很诚恳的，好，看看你几趴几趴。你好，我是许孝顺。哎，顺哥吗？你好，我们位置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什么意思？是，有没有看到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位置已经帮他准备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是定位的，是咖啡餐厅。这里你只要提早打电话来，他就会把你的位置留得好好的，这个门就自动打开，有没有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有没有看到？谢谢你嘞，谢谢谢谢。我这边有一点点受宠若惊啊！来，这边帮你安排是在比较后面一点的位置，可以看到整个 view 的部分。OK，来，我们这边往那边走。那这边的话是福冈这边的一些咖啡豆，然后周边商品的部分。然后这边其实喝到的咖啡豆其实都跟日本是一模一样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的咖啡豆是坐飞机的。嗯，坐飞机的。它的这个整个设计也是非常的。不太一样，嗯，就真的那种日本的感觉，它其实很像书屋，嗯，对，来读书的，整体的氛围其实就跟日本的店里面其实是很相似，是都是木质调。那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比较特别，是可以从后面的露台这边出去到外面，还有一个景观夜色的部分可以看，因为高楼层能够走出去，可以有景观的。咖啡厅其实不多。台中市政府来过好几次。那边，它就像一个中间有很大的一个穿堂的。对对对对。它整个灯海有没有？嗯，很气派。所以这边是随时都是可以出来营业。对，营业时间的时间都可以出来。这外面不开放，只有下雨天，下雨天会比较危险。而且这个方向有点的第五大道的那个感觉。哦哟，刚好笔直的感觉。台中 Manhattan。嗯嗯嗯。OK， 好。好。对，没关系，我只要不要看下面就好。哦哟哟哟哟。有。有。耶。来一个。太难得了，刚好才要这个角度。先来一点，好。你还真的还有淡淡的荔枝香哎，真的吗？嗯，我给你偷闻一下，闻一下，荔枝香的荔枝风味。人家就说看一个好的师傅，就看他怎么样煎蛋，哇，煎出来这个蛋呢，就这样松啊，有 Q， 对 ，Q 对的，嗯。玉子的上下都有奶油，嗯，感觉很厉害，嗯，你去感受它的蛋香。哇，那个厚度。好像参加的那种
高空弹跳，又弹回来。这个是日本限定的布丁，然后它是来自一个天神南，它的一个门市它才会有的，然后这个是经典的奶油吐司，这听说的跟日本是同步的。同步的。你知道布丁真正的说法是怎么说？你知道吗？怎么？因为那个布，其实就是一个烹饪过程，它的一个化学反应，这样，叮，叮。啊、你不会懂的啦，年轻人。然后，嘴巴放轻松。它含进去的时候，那个蛋香就开始释放。你们觉得含下去之后，哎，好像在寻找那种材质里面的空隙，竟然没有找到。好扎实哦！它其实有一个很厉害的体验，它可以体验手冲咖啡。因为接下来我们是有 PK 的，免不了要一段厮杀。哎，看着我眼睛，是不是有火？帮我做个后置啊！又来了，通常不是厮杀，是一面倒。将要带你们体验一下我们如何正常煮一杯手冲咖啡。不是单纯体验哦，因为我们是有赌身家的。是。柑橘香，带点焦糖跟坚果的调性，香哦，真的很香哎，可以轻拍底部，香气会更明显。你靠近点，你知道，满脸的咖啡粉。这是我们的 V60滤杯，它的流状会做一个顺的倒流，让流速会偏快。哇，让咖啡层次感比较明显。我们会先把滤纸浸湿，我会洗两次，我要确定滤纸的味道不会残留在接下来客人的咖啡里面。我们今天使用18克的咖啡粉，18克，如此精准。我们轻拍滤杯，让它粉整平。哦，接着粉会整平这样。我们也会用控温壶，我们今天用93度的热水去做冲煮。为什么特别是93度？我们认为高温的水可以萃取出更浓郁的咖啡香。是98度可以吗？98度比较贵，可能会98。不是啦，我是从茶的理解里面，因为你太高温的话，那个茶菜会太熟哦，会可能会过度萃取我们不想要的风味。我们从中心点绕水，中心是不是？绕到外圈，再回到中心，停留。哦，其实都是在这边绕，不是在旁边绕。是，哦，我们到50ml的时候做停留，开始按计时。所以呢，水下去之后呢，重量呢已经在这边显示了。是，所以呢，这水量就停止。就以它的这个粉量，然后呢，这个50ml慢慢让它滴下去。没错，我们开始15秒的时候就开始。15秒，对，5秒、6秒的时候做第二次注水，一样都是采用中心注水的方式去萃取咖啡。我们不会过度的扰流咖啡，所以其实这边绕啊绕啊绕，是有可能会把咖啡好的味道跟不好的味道萃取出来，所以就能都以中为中心，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粉已经磨得比较偏细了，可以闻一下它的柑橘香跟焦糖味，其实是很浓郁的，是很明显的，然后它再转一下它的层次感的香气，会在甚至有橘子皮的那种刺激，对，刚刚闻咖啡豆的时候，反而它的柑橘的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明显，现在很明显，很明显。像状况，我觉得浓度有点稍浓，是，所以我会加一点水调整它的浓淡度。你会不会这样喝着喝着这一壶就喝完？请慢用。哦，真的好香哦，先闻。那我们喝咖啡会有3个步骤，我们会品尝。你可以先说这个。三个步骤，来，你先说。我们会有3个步骤，一个是喝到它的高温的香气，第二个是品尝它中温的甜感，接下来是在低温的时候，它的酸质跟它的余韵会跑出来，它层次感会一直变化，这就是咖啡有趣的地方。这样，这次的特色是它会走比较酸甜平衡的调性，是柔柔顺，比较中培，属于中培的，对，是，它是属于比较中培的味道，好。希望你们喜欢。OK， 明白，很好，很好喝。
比赛开始。我觉得煮咖啡呢，有时候要需要随心所欲，然后我再加一点。刚上课老师在讲，你有在听吗？我只听了前两步骤。哎，老师麻烦你先看着墙哈。对对对，我们俩先试一下，自己看看你有没有自信啊。好可怜。哎呦，我很会赢，我会赢哦。你会赢？我才觉得我稳赢的嘞。哎，有请 Peter 老师。我再喝一口，我再喝一口，不确定，压力很大，他不确定他喝的是不是咖啡。我觉得左边这边它的浓度比较高，可是相对它的甜感也比较扎实，但是它的余韵稍微短一些些。这杯的浓淡度偏水一些，所以它的香气各方面都会比较低一些些，但是它层次感拉得比较开，我会比较喜欢这杯。怎么会？还是我赢？他那个明明喝了会心悸啊！我拎了心中瓶，我呛鼻，我呛鼻，我呛！你蹦蹦蹦蹦，你那个嘴你还那个背头皮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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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淡了很多，很像三月一样，淡淡的三月间。好不好？带他去提一路，提一路，提一路，提一路。公平的公平又来了。我又输了。稍不懂事，想说要做点生意，这个鸡排的时候，我想做个红茶，他们家红茶很好吃，但它是卖牛肉面的。红茶很好的，他直接也是把秘籍手把手的这样教我，然后我非常感谢他。那我其实回来的时候都会过去吃个牛肉面，可是这两三年哦，我去吃牛肉面的时候都没有遇到他。我请他们来问一下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哦，原来哦这个北北已经离开了，今年三四月的时候，所以哇，他一讲我就哦，好好太踏实了。这间文香牛肉面呢，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也是在我们这附近东海朋友们很重要的一个回忆。所以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间牛肉面？主要它真的好吃，再来就是便宜。现在你看去哪里找加汤加面不用钱？对呀。然后以前小时候来的时候，它上面就写了天下第一红茶，宇宙第一泡菜。哦，那可能是后来有开始有羞耻心了，然后就拿掉了。怎么可以说自己的自心？那是怎么形容？但今天是放假的，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对，我们今天比较提早，不然他会那个人很多。中午人就很多了，对对对。也算看我长大了，应该你看我爸爸也很久，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很久哈，只记得他带你过来的时候说，哎，这是我儿子，然后他现在在当明星的，明星哦，对，因为我有来这边学过做红茶，北北有教过我，那时候北北跟我讲很清楚，我那时候第一个生意的时候，北北跟你说哈，我当然愿意教你红茶跟这个泡菜，我都很愿意教给你。啊，但是呢，你们做生意哦，一定会失败啦。啊，但是哦，没关系，这都是人生的经验，必经之路。过几年之后，你就想到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听北北的话呢？一定要保留这个哦。你之前来的时候拿给我，拿给你的哦。这是你吗？对啊，是我。我怎么看起来很欠扁的样子？他还写着给牛肉面叔叔。其实我陆陆续续有来几次，然后但因为我看他们都在忙，那我看叔叔也没在店里面，是，然后我就走了。不然其实有一趟来我是要送喜帖，然后后来上一趟前几个礼拜我上一趟以后再自己再跑回来，还是没有。是叔叔已经有一段时间是不舒服的。他就突然生病，蛮严重的，他很快就走了，对。哦，真的哦。
对，然后他们跟我说是今年的事情，我刚结婚，然后比较不好意思讲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我就不想说这样子，我没事没事，我都说他去玩，对，然后跟我爸已经哎，对啊，约好了，是，虽然说刚没有来不及跟他道别，然后有时候特别过来。不会的，他一定知道，很正式的。对，我有跟他讲。那红茶可不可以先来喝一口？好，好。既然你也是一个传承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红茶因为免费啊，都自己。现在还是免费哦。啊，红茶也是免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要，所以要自己来。自己来啊，来来来。自己对了，就说我叫他过来。夏天。他现在是阿姨自己做。对啊，但是我做的可能就没有我老公做的那么好喝。情感。然后我仿佛呢听到叔叔在问说，哇，是不是差我的差一点？是，但是还是很有感觉的。因为我都坐在我爸的摩托车上面，哎，弯弯曲曲，然后转进来这个地方。小时候我觉得它好丰盛，因为每次来阿伯都切了好多牛肉啊，然后卤菜啊。天下第一泡菜。你看，你刚刚讲那么多，它才120而已。它这个就是想让大家吃饱的，而且它是不马虎，真的。来一下你的牛肉面，我的满汉，谢谢。虽然我从小在猪肉摊长大，但是呢，对于这个是永远吃不腻的。哇塞，那就先浇上去。哇，这个汤怎么今天怎么比较浓啊？因为有情感的成分在里面。完全知道它蔬菜，然后把那个牛骨、牛油的那个香味整个都冲出来。然后它的肉呢，就是有一点点中药香跟。真的找到你们吃的。对。阿姨是不是有下中药在里面哈？中药材有没有啊？那个有八角还是什么？对，我们中药材我们都有，三十几年来就是同一家中药行配。真的很厉害，一吃就吃得出来，因为它特别浓，这个味道没有变。上来哦。OK， 一定，谢谢。OK， 不要难过哦。OK， 这么多好招待。OK。谢谢哦，拜拜。有一个很懂你的前辈啊，很愿意陪你走这一趟，而且甚至在跟他对脚本的时候，他说好都来，没关系。他陪我带小孩，陪他玩，连续这几天都早上我们都6点多就开始，然后到晚上8、9点、10点，我真的还蛮感谢我们的团队以及小顺的，对，谢谢你们。现在跟那时候大概差6公斤吧。哦，那脸太尖了吧，好扯。你是他爸对不对？屁呀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好笑，这个好笑。那只是发型的问题，你是他阿公。没有人会这样认为。这一本是那个特别版，这是极好的一个纪念本哈。没有想到今年就变化这么大。就知道做综艺不容易，效果要放很前面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！